可以去开场了，场的，啊，我们要干嘛？我们不用，我们不用开场，我们这边啊，对啊，不用开场，有在开场的，我们五分是不是？那我就先开台，然后去上厕所。不能开台前先去上厕所是啊，这那我也要紧张嘛。你紧张屁？要紧张什么？我要去厕紧张什么？几乎都是老面孔，是吗？好紧张啊！好的，我真的很紧张，我真的很紧张。不要紧张，这一阵只是比较试杀，一定让你最后死的，不用怕。不是，你好，我是小雨的最好的姐妹。我每次跟雷吉玩，我都要下地狱，我就不知道我要多少次下地狱。他昨天下地狱，我快笑死。我昨天我妈也跟我下地狱了，就很奇怪。就很奇怪，我跟他无冤无仇，他是不是讨厌我啊？不玩不休，我昨天也听到，我就跟他无冤无仇，一直都是我啊，我就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一直都是我。他用那个，就这是灵魂翻的字，玩一玩，我妈也跟我下地狱了。那都是谁？都去死！说好我们江湖上祸不及家人，结果我妈也下地狱了。我喊不出他那个灵魂的味道，哎，我不知道，那是发自灵魂内心的呐喊。我不知道，所以导致我后面每一场游戏都要先扁他，受不了。我好喜欢呐，那就是你不要不来了，不来了，走，那个就是。没，这他先靠压我的，我才先处理他的，好不好？我前面又没先打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先叫我下地狱啊？不是，你们怎么都还没开始玩，就已经在叫人家下地狱？不是啦，在讲昨天的事情啦。哎、欸，我昨天刚开始啥事都没做，我就下地狱了，然后后面有人拖他。对，就突然间是被喊说：“雷吉，终于去死！”雷吉都说他扭断我的脖子了。哎、欸，阿旺，阿旺，嗨。你可以剪一个精华，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满满雷吉喊去死的那个。去死！他将会，他将会很凶哎。那我先去宰雷吉的那个精华。不用、啊，昨天就有啦。昨天的就很多嘞。超不是，当然要剪他的台。我觉得很精彩。好，我去。哎、欸，我跟繁星就是很莫名其妙一直被叫他去死哎、欸。对啊，好好难过、喔。去找雷吉授权，然后你把它剪成一个 short 这样。就是他主动喊我叫阿王去死、啊，他就变成最火爆的那个太空雪雕。没有，我没有要问他，我就先剪完毁坏他的形象。我就剪完，然后我直接丢给他说：“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看着办，很像你要找他讨债。很夸张哎。单干，哇。不光叫人家去死，可以剪个五分钟出来吧？太多了吧？还是要加个好友？你要剪那个去死跟下地狱吧这样？对对对，都去死吧！对，全部都去死吧这样？我觉得很精彩那个精华。好的，还有，他动起来，他活起来。啊，好哟！你们都去死吧，都下地狱吧！很可爱耶，这类型的网友超可爱的。你是第一个，第一个他听得到我们在讨论这个吗？没有，听不到。关掉吧。还开场啊？听不到。对，只能说我超可悲。好啦，不要哭啦。我哭了，我哭了。不要哭啦，没事吧？我大哭特哭了。啊！可是那个花天佑真的很难打架，我昨天都跟熊猫团在乱挥。我认错人了，认错谁了？你认错？我以为那是蚂蚁姐姐。哦，蚂蚁姐姐 ，Oh my god！ 因为有个麻，对不对？有个麻，团是我打的，然后名字还被挡住这样。我没有那个哎，你多动脑哎，我就直接蚂蚁姐姐这样。蚂蚁姐姐，蚂蚁姐姐。蚂蚁姐在吃完觉得耳朵痒痒的，她出去了吧？对啊，蚂蚁姐刚一直在打喷嚏。Hello， 彪彪，彪彪可以再帮我调小声一点，因为我觉得等下还会再打。大家都回来了吗？什么东西？
我说你不是外星大声，你可以再调小声一点。蛮多朋友。有，我知道，我把你调小了，有吗 ？OK。就像这样才好玩，我把你调太小了。昨天没有觉得凶巴巴的吗？把鼻尖关掉，把门锁的。有。哎，你是觉得我自己好像那个《Don't Start Together》里面的火鸡？小叶还没。复查是不是还没回来？那我把那鼻尖关小声一点。不然好的，到上面好了，好了，到上面。在那边，先站这边，等下再一起下去。刚那个火鸡是谁啊？喂，有，好，好的，站这边，好了，先站这边，我们先确定一下，大家都好了，对，确定大家都，先确定是谁好了，笑死，我也没看，然后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走在这边啊，都好了 ，OK， 好，有，大家都知道了，好，有，大家一起下来，我要准备开场了啊，可是 Bobo 应该是不知道吧，以为大家为什么我上面吧，不知道吧，喂，不知道，我知道，我在听吗？完了 ，Bobo 讲话没声音。来，有啊，喂，哦，好酷，好听，你又没声音，大家，满心满心的声音，可惜，喂，来，先下来，有啦，你有啦，来下来，我用满心是不是？有要来开场了，来，喂，好的，这个是我们，最近，这是第，像我们这样子一大坨量，应该第三次了吧，哈，第三次的鹅鸭杀了哈，然后呢，今天呢未来就是鹅鸭杀云之月，他又有更新新地图啦，哇，好漂亮，然后呢，来，我们废话不多说哈，我们呢就先来从 DC 从上往下的顺序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第一个就是我，这么刚好，嗨，大家好，我是熊猫团团，来下一个。嗨，来自新时空转运站异世界，我们要上去哪里？你要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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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上去哪里？你要下地狱啊！太上，站这里，我追上，好，OK， 好，重来，我要重来，好尴尬。嗨，来自新时空转运站异世界花布研究部部长雷吉女护士 AK 宇宙雪雕上线啦，明天场控吧，哇！Hello， 去死！哎，怎么了？你在偷渡别的东西？不要偷渡啊！下一个，换爸爸。安安，我是 BOBO， 今天的主办，今天的打扮叫做 Hey Mr. Q 啊。我下一个是小叶胡茶 ，OK。我是自由在人间的猫妖小叶胡茶 ，Hello。哎，嗨。下一个是破狗，破狗，上去，你要站上去，好，谁怪怪上来？为什么还可以放在这里？我是竹子，好，我是竹子，哎，蚂蚁姐姐，乱讲的啦，烤鸡啦，烤鸡换你啦，烤鸡，对，这边，换我。哎，大家好，我是烤鸡嘛，叫我烤鸡就好，谢谢。好诶，好诶 ，OK。今天这游戏一定很适合你。为什么？我生性害羞社恐。哎，换我是不是？是，是是是。大家好，我是全世界二，然后预计年底会有第三季哦，啊，记得要来哦。我们家好期待哦，要期待。宣传，好像偷偷打广告哎，啊，这一集是要收工费，广告不后面才打的吗？啊，前面一次，后面一次啊，是不是？好，结账帮我打包。我们被工伤了，那个安安，这次小雨晴全是真的把那个钱汇到以下的户头，谢谢。还有我，的钱筹到了。哎，我是繁星啊，我们有五个黑衣帮的，我们自成一派啦，谢谢。OK。My God。OK， 我是生性低调害羞不好想哦。睡觉叫教主顾小公，大家安安，好科笑笑屁笑教主，你要介绍你最近的伴，小教主，你要介绍你最近的伴，介绍我新老公吗？没有问题，尼克。人家名字也是睡吧，也是睡吧，也是睡吧，你做梦。哎，大家好，我是游戏宿舍阿旺，我也是虎小帮跟黑衣帮的人哈，你们自己小心一点啊。虎小帮。哎、欸，对自己搞小难听哦，发发的，拜拜。什么意思？爸爸觉得你是在尴尬几点的？我不尴尬，是你们觉得尴尬。好的，好的，好的，大家都介绍完了，那我们就来按右上角的惊叹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置。
好，OK， 不好意思，我鸭子没调到，等我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太急。好的，鸭子呢？鸭子我调一下。无人机，无人机，无人机。等一下会讲，等一下会讲，冷静，冷静，不要。好的，好了，好帅。不好意思，各位同学，保持秩序。维持秩序，来看我们大家可以维持秩序到几分钟。我们那个是，我们是黑衣维士，我们要在这里。然后我站在上面，我们纠察队，你们的老板叫什么？禁卫军啊！同学在上面喽，下去喽，下去，同学，同学下去，下去，学生请下。哎，同学，好好听，好好听，同学们。OK， 好，我们看看惊叹号了哈，好不好？我们的配置好吗？要看。哎，我们鸭子三个，中立方一个哈，好不好？啊，我们中立哈，我知道大家都超爱鹈鹕哈，但是呢，那个什么，我们鹈鹕先可以先缓缓一下，我们先一下呆呆，好不好？我们先呆呆鸟，好不好？嗯。哎，啊，中立方呆呆鸟，哎，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在场有谁没玩过的吗？应该都玩过了吧？这款游戏，不是有那件的好机呢？不太熟而已，他玩过，应该没问题。OK， 好，那我还是每个都讲一下好了。来，我们来看这呆呆鸟哈，惊叹号顶下去，哎，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中任务是什么哈。他是那个第三方阵营哈，然后他的赢的方式就是呢，要在会议期间呢要被投票投出去，他就赢了，这样就很简单，好不好 ？OK， 好的，好的。那第二个这个鹅的话，哎，就是平民啊，就是你要想办法把坏人都投出去啊，你没有特殊能力，你就是一个鹅，就这样。好，那我们这场里面鹅会有两只，嗯，一般鹅是两只，哎，对，两个可怜 boring 仔，好不好？来，我们再往右边看那个通灵者。通灵者的话呢，就是呢，你使用他的，你用他的技能之后呢，就是呢，你可以直接知道现在在场有几个幽灵，那有几个幽灵就代表说有几个尸体在场上了，这样，好吧？可以自己去推这样子，嘿，对，没错 ，OK。好，那来到左下角那个正义使者，点开来。嗯，你在一场游戏中，你可以杀死一只任何，看看是鹅或是鸭或是谁，什么都可以，反正就可以杀一个人就对了，不管他是谁啊。对，就这样。你直接看到就戳他。没错，你看到谁，你想戳他，你就可以戳他，但就一场一次而已，这样。是打字啊。那在这中间这个加拿大鹅，很吵哎。加拿大鹅的话。对，有人私信，有人传纸条，有人在聊天啦。老师有人在传纸条，有人在传简讯，超大声还不关声音。谁啊？因为我们传是便签，不是简讯。好，老师就他。好，不管了，我要赶快讲完，然后把大家送进去死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老师好过分。老师好燥，老师好燥，老师好燥。我没有签这个，哎，我没有签这个，哎。老师想下班，老师想下班了。我讲的好累，我想赶快下班去在教鞭去杀人。老师想抢劫。好了，来加拿大鹅哈，就是呢，你如果被杀的话，大概过个大概0.5到1秒钟，就是那个杀你的那个人就会拍桌，好不好？他就会拍桌，尸体就会拍你的尸体这样子。嗯，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观鸟者的话就是你可以使用技能，可以看穿墙壁，然后呢看穿一个三角锥的范围，这样子。嗯，对，大概就是这样而已。然后再来看左下面一点这个网红，网红的话就是你被杀死的时候，大家都会听到那个全屏广播说，哦，就是有就是网红被杀了这样子。网红死了，网红死了，对，他会你妈死了。他死的对，没有，不是啦，不是你妈，网红啦，有吗？不是，不一样。好，那中间的冒险家就是，这个地图会有一些环境破坏的伤害招啊，你就不用怕他。哦，对。然后呢，在跟踪者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然后呢，你点了他之后呢，画面上就会开始出现那个箭头啊，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方向，就这样。嗯，好。然后呢，左下角的鸭子最简单，就是你只有杀人能力，就这样而已，没了。就是黄金杀手，对，一般的杀手。然后呢，你可以用通风管道这样子，然后还可以帮忙搞一些破坏这样子。然后呢，中间的派对狂的话，就是你可以在我们在走路的期间呢，你可以指定一名玩家，然后让他在会议期间的声音变尖，变成花栗鼠的声音。是这个吗？不是吧？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少一点 echo 就是了，类似，少一点的，对，类似那样，好不好？类似那样。
哦，你的 echo 来一样。OK， 好，拿卡西哦。好，那再来到最终的，就是这一次这个地图唯一新增的新职业叫做无人机，好不好？哦，无人机的话，其实老实说，因为我这次没有进去试，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它的字面上意思是说，好像是说这张地图会有一些感染区域啦，你走路会变得比较快这样。哦哦，然后好酷哦。但是呢，你在没有被感染的地方的话，你就会走比较慢，走比较慢。就很明显会看到、哦，我就看等下哪一只哪一只跑起来，哪一只哪一只跑起来，就这样这样这样走就好了。对，然后可以转变啊，好不好？可以转变这样子。我等下用我等下用滑鼠走路，超慢。哦，对，可以滑鼠走哎、欸，这样很慢哎、欸，会超慢， okay, 超级慢，对啊。好的，那剩下的这个地图会有一些新机制哈，那个我们大家进去可以自己摸哈，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嗯，没事啊，职业不清楚的进去那个右上角 i 都右上角金汤号也是可以点哈，金汤号都可以按。好的，嗯、老师有英文我看不懂，哪一个？哪里有英文？那破坏，破坏啊！那个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进去自己试试看吧，如果你是的话。那个老师也看不懂，这是关灯不是吗？这不就关灯吗？是关灯吧？那就坏人，看起来应该是。他怎么不翻成中文？他可能没翻吧？没翻到吧？新机制没翻到。对，新机制好，那我们就 OK 的同学，请按一下准备。的 OK， 这边完了就。怎么会有钓鱼的声音？一，哦，这什么？哦，什么东西？哎，好好玩！哎，这什么？哎，这小精灵哎！哦，好鸡，这是吃豆人。哦，要破坏！乖乖乖，给我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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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这个，哎、欸，可以信任你们吗？黑衣帮的，黑衣帮可以可以可以，我是黑衣帮的，是能信。有人走开走开走开，我是加拿大纠察队纠察队纠察队，小心，我是加拿大哦。对对对，你说什么？你加拿大是不是？我加拿大，我加拿大。换黑衣啊！哦，我没有黑色，我什么东西、欸？这是怎样？加拿大啦，换成加拿大了，嗯、有料有料。喂喂喂喂。喂你又正义使者了吗？不是，这是什么啊？这是可以按诶、欸！我操，被两个黑衣人包夹、啊，因为我也包你小心点啊！哇，等我一下哦。好，这是什么？哦哦哦哦！哎、哦欸，好好玩！乖乖乖乖乖乖！这样有吗？这样有吗？哎、欸、小。You are ready go！ 哇，好玩耶、欸！是什么？托托是正常人吗？我是正常人。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他没有说。我是正常人，我是正常人。反正是我们的家长大人，我们保护他。你不能讲出去吗？啊、我有声。没、欸，那我把他杀死好了。不要拍，不要拍，保护你，保护你。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我这边铁保你，铁保你。不是，你是什么？我是好人。你真的假的？我是警探，我是警探。屁啦！你连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炖这个吗？可以啊。好酷哦！好酷哦！你这么顶哦、喔？你这么顶哦、喔？不是啦，这好像大家都可以用。哦，大家可以用是不是？对。啊，你坏坏，这是什么？要敲敲他，敲他。啊。欸、你敲掉了、啊，我敲掉了，我敲掉了。他好像绿绿的，好恶心。你真一死者还是鸭？这是什么？毒感染？感染？什么东西？那边人太多了吧？云真为什么要跟着我们？我进入感染了、啊啊。有你进入感染了。有谁走路特别快吗？有谁走路特别快吗？特别快或特别慢的吗？正常速度啊，大家正常速度啊。好像没有正常。敲掉，敲掉，小雨死了是不是？哪里小雨呢？小雨死了。我说小雨死了是不是？没看到他人哎、欸。还是我们去拍桌，拍桌在。哎呀，
哎呀 ，What is that？ 哇啊！地图，等一下，等一下，哎、欸，不，哎、欸，小雨没死、欸。这个，我们从下水道走出来之后，就看到里面有一只绿色的 Bobo， 对 ，Bobo 死掉了。然后那个谁，哎、欸，是阿汪还是繁星？跟在我后面这样子。我们超多人走在，全部走在一起，不是、啊、我们走在一起，不知道，对啊，我们一堆人走在地下室，不是吗？刚刚我跟小雨是走一起的，然后我们两个是在那个你看地图的晚餐的那边。晚餐，对，地图不是有个晚餐吗？哦哟，对对对，我们是在那边，对。那你们那边很近啊。啊，你们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全部人从下水道上来，超多。我记得从下水道旁边那个下水道，我记得有。雷吉正二，哎、欸，小叶是不是也在？繁星也有啊，对啊，繁星也有，我们超多人的。啊、那，哎、欸，那，哎、欸，烤鸡，你刚，烤鸡刚在吗？旁边丢鸡蛋，没有，旁边没有，我在旁边丢鸡蛋。你在示威吗？我在玩雕像，是在示威的。请问是在抗议吗？哪一个部分？在那个欠钱要还去撒欠钱还钱欠钱还钱。哎、欸，等下刚刚是不是也没看到发发？有啊有啊，发发在那个啊下水道啊。有啊，有发发有我跟你们一起走。下水道。哦有哦那就好那就好。那这样下水道这边都是安全的啊。啊，安全安全，可是也不知道这道什么时候出的、啊，可是也不知道谁啊。对啊，我下水道之前。很久之前在秘密实验室有遇到波波了，但那好久了我没有看过他，我也没看过波波，没有遇到他，可是我也没看到波波，可能波波在有人进来之前就死了、啊。我哎、欸，等一下哦，跌倒死掉的，在场有人是那个吗？自爆鹅吗？加拿大鹅？加加有的话也不是波波、啊，我知道是谁、哦，不是波波，是不是他？对啊，那 OK， 不是波波，对啊 ，OK OK。OK， 那我知道我知道 Bobo 怎么死的啦，但是我不想说。啊，你知道？对，啊、你知道？你会通灵？我怎么知道？看到幽灵是吧？对，我职业很多。你职业很多？什么意思？你斜杠了吧？不是啦，不是我啦，不是我啦！哎、欸，不要，不是我啦！真的假的？我觉得不是啦，我觉得爸爸你是不是？爸爸你是不是怪怪的？那要跳过，那要跳过哦！可以先跳过，可以先跳过，跳过。哎、欸，这次的风格很酷哎、欸，哇、欸！这个声音我喜欢哎、欸。太多的同伴戏了，没问题。等下，好好，三郎，其中有三郎，哎，没有，我是我走的啦，哈哈。哎，橄榄，谁在吗？哎，护塔，护塔，橄榄，啊，干嘛？橄榄在这啊，不是要下去吗？哎，要怎么清？哎，又打不到，哎，又敲不了。对啊，我按不到哎、欸。要下水道啊？这怎么用啊？按一然后敲它。按一，可是没啦。可是没啦，没了。哎！又怎样？哎，怎样？怎么那么多人呐、啊？没事。这样，我想跟阿旺私聊啦，你们走开啦。为什么你要私聊？为什么？这个不棺材、啊、棺材后聊吗？啊、现在私聊。不能开开他。什么？啊？什么意思？要打掉的吗？呜、哦。好，干嘛？怎么玩？啊？炸弹人吗？对，是炸弹。哦，粉色气球是不是？哦嘞，粉色、绿色、粉色。哦，懂了。我谁死掉了？我在玩一个奇怪的小游戏。靠背。粉色，粉色。太大了吧？这样子。哦。懂了。滑鼠白痴。这个怎么？哦，这敲钟哦。
呱呱呱！哎，悄悄吗？对，狂敲他，挖矿，挖绿宝石。哦哦哦，有有有有有有有。是什么？我们队完，那你们觉得谁可以来跟我讲？来。啊？什么东西？可以说吗？怎么那么多啊？好吧，哎呀，没有关系，杀完了啦！哎，解完任务嘞？没有，没，真的，真的没有关系，这真的没有关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关系，波波是不是赢了？波波，我们赢了嘛，对不对？好妖！哎，我任务太少了吧？我对，我在调一下。对不起，我是无人机，但我找不到空档可以变身，完全没有空档，我旁边一直有人。我好痛苦啊！我还跟你同事，你还没有到我。白痴，太少了。不是，你知道我一开始本来想刀繁星，可是繁星说他是家，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可是不能刀繁星，你就不是，可是你们说你要去旁边，没有，因为他这个就说要去旁边聊，然后就到旁边聊，然后他就说他是家，然后我想说靠腰，那不能刀。妈的！你的电池要拿鹅耶。没，真的没有关系，就只杀我，真的去死！哈哈哈哈哈！大家可以，所以我们可以按一下 tab 看一下刚刚自己的，刚刚别人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哈哈哈哈哈！是真的很忙哦，真的很忙哦，是很忙。刚刚竹子也死掉了，没有，竹子刀了，刚刚是我被车撞死了，哈哈哈哈哈！对不起，车好像我按了两次，而且你知道那个车是我自己按的。哦oh, oh, no！ 小心，就坏人的那个陷阱。哦、oh, no！ 交通的陷阱没有关系，猪猪子。不是啊，我跟你说，波波怎么死的？因为我那时候跟繁星跟我说他讲大鹅，然后说跟波波，繁星讲大鹅，说你不，繁星不能跟波波讲，说啊，那我把他杀死。什么意思？欸、我刚刚你有听到我讲话吗？我讲一堆、欸。有啊，但是我讲话你要讲话、啊。嗯，你是正义使者吗？好啦，先保你一天啦，第二天我再来投你啦。哎、欸，什么正义使者？所以我就说，那个跟烧法被抓到了。啊、Oh my god！ 我跟所以是狼人赢吗？我们好了，赢了。任务太少了，任务完成。我现在调很多了，我现在调很多了。好不爽哦！不是很没有时间砍人呢，这个可能虎妖人可恶。这样很意味的很难砍人呢。大家都是大家很近。对啊。会吗？我他从头到尾几乎都自己一个人。他地图很大，但是我们大家都走在某几个地方而已。对啊，不知道为什么都会遇到。哎，不好意思，我要举手。我举手，鹅只有一只哎。就我耶、欸？是什么？我刚刚按错枪。我看一下，哎、欸，真的耶？那少一个职业吧？那你很幸运呢、欸。我哎、我对我是那零点一趴，而且我还没死。观鸟嘞？你很幸运呢、欸。哇塞！有观鸟吗？有观鸟。我说观鸟，观鸟换掉嘞。小叶是观鸟，还是观鸟换掉？对啊，虽然我觉得观鸟，我很不知道干嘛。观鸟其实就是没什么，就是偷看啊，可以穿墙，就是偷看仔啊。其实应该蛮强的吧，哦，不好说，因为他有上下层，他不一定看得到。我把观鸟关掉。对，因为观鸟就是用来满足某些人的欲望的。呀，不要讲这么可怕，好不好？是，不要讲观察的是，你观察的是，我观察的鸟类专欣赏专家哎，我的天，鸟类专家，鸟类专家，赏鸟达人，对对对。啊，那个都去看黑面皮鹿，对不对？好，任务条很多了，所以应该是会再久一点的啊。那个杀手鸭子加油，嘿，好，走了走了走了。黑面皮鹿，九六。吼！请问。嗨， <Hi. S 2> 我要继承你的职位哦。
真的假的？好，真的真的。竹子在哪里？请公主竹子。哇，没看到，没看到。这什么啊？啊！哇，我嘴！哦哦哦哦！白心，白心！哈哈哈哈哈！白心 ！Oh my god！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要怎么做？我在旁边解那个任务一解走出来，然后就看到白旭，他怎么在我面前爆炸啦、啊？乱讲，乱讲，他怎么爆炸啦、啊？没有可能，你知道我那个他就跟炸弹客一样，真嘣哇！不可能这样子啊！不可能，不可能！哇，又有超能力者啊！好奇怪啊！但是这是烂的烟火，啊、对，烂的烟火炸炸，烟火炸炸。刚刚想解任务，我刚刚想解任务，我想按一解任务，不想按到空白键它爆炸，怎么会这样子啊？好的啦，你下去啦，好啦好啦好啦，怎么走了？我刚刚一起解任务，是加拿大鹅啊，小心！阿汪是加拿大鹅啊，小心哈！哎，是我是我是我，他是他是他啊，他就真的爆炸了嘛，不小心的啦。Oh my god！ 就跟阿尼亚一样爆炸。开场前忘记讲了，我拍桌全场，我们大家全一局只能用一次，好不好？对，全部只能用一次。好，我那包水晶石拜拜，哇，烧起来了耶！那你不是？对，对不起。我想要，我想说你好感哦，那么多人在我旁边，说他旁边是不是那也太对了吧？我想要解任务，总是有个按钮按下去你就爆炸了。哎呀，该不会是我想说你那么在三哥面前杀太鬼了吧？然后我太猛了吧？对啊，看一下我可以搞地图。对啊，可是我还是不懂这张图的机制哎。嗯，就游乐设施吗？不是啊，机制啊。哦，感染那个哦，我也不懂哎。嗯，大家都下去敲绿宝石，不知道会怎样。你干嘛？我要怎么？我要怎么破坏啊？我直接压死他！烤鸡！哎，有人死了！是谁啊？好扯哦！被烤鸡杀了 ！Oh my god！ 这里都是坏人吗？阿米加被烤鸡杀了！你们是不是也爆炸了？对不对？会突然爆炸，对不对？很奇怪。不是，不要不要下来哦！不要不要，正义使者，我不应该正义使者吧？弄死他！那他是白痴是不是？他说在找你啊，他在找竹子，就是要弄死竹子。好扯哦！看一下，我在左上角的警长是发现的，然后原本在左下角广场那边玩游戏机，然后在游戏机那边有看到雷吉。啊、怎麼请问在场有没有第二个正义使者？好多人，有没有第二个正义使者来？有没有第二个正义使者？哎、欸，可是我觉得阿波感觉偏好吧，因为他刚才说竹子说他怪怪，可是竹子死了。啊，所以竹子是好人，仇杀。哎、欸，啊、他好像有道理。感觉护塔你是从上面来的吗？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这边有三郎哦，各位你要小心，我是正义使者，那我们狼坑啊没差吧？你出去那个三郎就会少一个、啊。欧米就这样，八八子，没有什么三郎已经少繁星了，剩两只啊。哦，两狼，那还是不死，不是我、啊，真没有第二个正义使者啊！你说啊，他死了，相关的人没有啊？对啊，你那边。除了繁星以外，还有死三个啊，说不定那三个其中一个是正义使者。欧米加，你要确定呢、欸？小雨啊，我不确定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啊我 啊小空那边是有遇到谁吗？啊，你是那个遇到竹子怎么样死的？我在左下的时候，拱狼看到那个雷吉跟小护杂，可是小护杂是从上面下来的。然后我到晚上解完任务、嗯、到警长室才发现竹鱼的，他是死在警长室的桌子旁边。哎、欸，可是烤鸡不见了哎、欸，烤鸡，你去哪了？声音怎么那么难调啊？我刚刚不是刚才刚好看到烤鸡刚没有烤鸡刚在我们这啊？
哦，对对耶，他在我们这里啊！我刚刚就走过去听到波波在杀人，然后波波确实杀人啊！这是波波或是小叶护？好啦，杀人偿命，波波你先下去。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你为什么要杀人嘛？你为什么要杀人嘛？我要清除那个我按错键的空白键了，不要！那你就是一命换一命嘛？你雷击是什么啦？你雷击是什么？一命换一命嘛，合理的。我按到了，不要说爸爸是不是？死者啦！这就是给你的警惕，还敢乱按啊？你变。Oh my god！ 哪个吓？宝宝对不对？有个按钮，对方就会爆炸啦，宝宝。我想杀你！想杀我呀！想杀我呀！想杀我呀！按个按钮，队友就爆了。偿命 ，B O。杀小雨是不是？小雨杀人偿命，复仇失败。我过去解个东西就被砍死了。我跟两个坏人走都还没死，你这个正义使者下去吧。哦，所以小空拜拜，小空死，小空死，小空拜拜，小空拜拜，小空拜拜。哥看见哪里？看见了，小空死，不好怪哦。五虎小空这边三个，这边三个人啊，没办法，真没办法。小空拜拜，小空拜拜。放在哪？想杀我？放在店那边。店在哪里啊？店在小空，店在落单的正中间下面。团团现在在看你行不行？是希望团团就团团一直闲逛哦。团团，我拜拜。刚我看空说你是想杀我啊？他直觉流玩家、欸。哦，我跟你讲，熊团团在养在养肥猪。哦，他在养猪，他养什么？他靠背把这个鹅养的。哎、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死啊！他养大了。我一开始就怀疑熊猫团团，我是跟踪团，我在跟踪他。恭喜你，大家都在等你，他在跟直觉流玩家，大家都在等你回。对啊。有没有觉得肩膀重重的？我们全部大家都在等你旁边。重重的。有了，至少。哇，我从下水道中间那边走上来到广播电台这边有一个尸体，可是你刚跟发发上去的耶。静安安，没有，发发顶齐安安，我觉得是阿团耶，因为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们三个可以互保，我们在底下很久，对，我们在底下啊，我跟发发还有雷吉，我们三个可以互保。好，刚刚我有遇到。我一直在学校迷路。我在学校迷路。学校怎么迷路？我帮啊，我也不知道，我就一直绕来绕去，我就迷路。你们对啊，我现在是在一个有谁啊？我是在一个有发电机的这边投票了。哎，那等一下哦，投给谁啊？那我按，那我觉得没有，那等一下，那团团怪怪的，因为我是从就是电站那边走上来的。啊，然后就是。底下那个发电站那边走上来就看到广播电台，不是啊，我是在最右上角呢，我一直在这一大块。可是你刚刚说路哎，你刚不是说发电站？没有啊，学校有一个发电机啊。哦，我刚刚在解那个任务啊。哦。对啊，还是会是烤鸡，因为刚刚我经过他，然后我是从那个晚餐的那个出口，然后他往那个广播店。广播电台那边走，我刚刚有看到烤鸡，他我从下水道上来，然后看到他在墙壁上一直在撸墙壁，我发现走不过去，我在撸墙。啊，那这样子就是小叶跟烤鸡算是有点小宝了吧？那但我觉得阿团，但我只有看到他一眼而已，我也是看一眼，可是没有看到阿团，因为我就在学校迷路嘛。你有没有职业嘛？喜欢团团在干嘛？啊，你说我。小空死掉了，没有职业，我没有职业。哎，等一下，小空死掉了。可是我刚刚就是一直跟小空还有团团一起，然后小空还说，那就是团团。没有，我后面遇到那个什么护查，不是在那个地方下去那个什么下水道之后，我就跟他分开了，我就跑进，我就走到右边之后，到公园之后，到学校里面之后，然后我就困在里面了。因为其实电台，其实电台里有小鹿安。可是我不知道，我投团团了。我帮我投给谁？我帮我投给谁？你帮我投给谁？因为我刚按地图，我想说怎么看地下室的地图，好像看不了，乱按就按到了。你要下去才看得到下面。投票不行。嗯？哦，我怀疑完到哪集？
北平烤鸭。大人藏匿，一环一环都过久了，应该下来了吧？哎，团团藏匿，你知道我其实，在最一开场的时候我就怀疑你，然后我是跟踪者，我就对你按跟踪，然后结果你死掉。不是啊，我就觉得你怪怪，但是我摆脱不了你，你一直跟在我旁边，我想算了。我觉得你怪怪，烤鸭在左边，左下，有人想看他杀人的可来左边，左中左中左中左上左上左中左中左中。我来看一下他。他往中间走了，往中间走了啊！他下去了，他下去了。哎，我都完全找不到好时机用那个派对啊！哎，我就不是，我就跟你说，真的很难哦。这张图超大，是超难看人的。没有，主要是我那个能力用，我感觉马上就会知道说，因为大家很难一直遇到，你知道吗？就一直都是一些人绑一起，这好难哦。迷路鸡到底要去干嘛？被绞死，好累吗？因为我任务接完了，好鸡走的喽。雷击危险了！雷击！快点快点，那个哦有吗？很好吃，那个很好吃，快点！这个不下去怎样？哎有！吃那个，对，快吃它！快吃它！吃它！快点往上走，往上走！快点呐！哇，人太多了，完蛋了！人太多不行了！对对，有了吗？有加拿大在啊！是加拿大的发！We need to talk. 哎、欸，没人死哎、欸。又希望人家死。哦。跑出去了。谁？谁出去了？是无辜的、啊。我不确定。不知道哎、欸，可是。可能会不会是无辜的、啊？不一定，因为刚刚其实应该还剩两狼，所以或许还有一只狼吧。小一只狼吗？我有表明我的身份啦。阿汪跟发发知道。我们三个应该就是都是好的，我跟发发还有雷吉，啊小叶跟烤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职业？我吗？我一般的啊。啊？完了。一般？啊？那烤鸡你是什么？啊？烤鸡你的职业是什么？快点！哎，好像没声音呢。我也一般呢、啊。那这么那就把你们两个都标出去了，真的、啊？我在迷路，根本不知道状况。啊，阿亚西，有啊、哦，大家都卡上阿亚西，我还是其实就在雷吉的，不是我，没有，不是，应该不是雷吉。我发发你投谁？发发你投谁？啊，我投小叶，可是我又觉得烤鸡也很奇怪。可是我们不能分散投票啊，不然投就完了啊。啊，不然我们就接小叶，欸、超过分。小叶先出去吗？好过分、哦。小叶先出去啊，再有人死就投烤鸡这样。超过分，直接霸凌。好，那可是你已经投了，那就投小叶了。我觉得是烤鸡。你就是考，不是说要投，不行啊！可是小叶是护查那位，对不对？对，小叶。好 ，OK。我不知道，乱讲的。哦，我不知道。对、啊。还是实际是发发？不是啦，不是发发。不是发发。我也是一般的鸭，我也是一般的鹅，不是鸭。每个都一般的鹅这么多只吗？现在不是只有两只啊？哎，对耶。一般的鸭，一般的鹅。呀，不对，对，不是，他们自己澄清都没有很清晰，辩解，没有说，我就是一般的鹅。啊，雷吉，你，那我是说，他为什么会跟我一样？跟你一样，什么意思？不是会有两？哎，算了，我爸爸，我给你投，我没有办法了，小叶 ，I'm so sorry。我现在有小叶没有结束，没有结束，就是卡基亚出去了。哦，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小叶好猛，哎，其实偷关
埋头笑。你知道你们半夜在偷笑，你们都不懂护查，你护查这时候如果被反驳，你们不应该投，你们应该跳过的。不然我就是有鬼。没有，我是和平，他不想投，他才不会这样。而且我太场外了啦。我刚其实雷吉啦。我刚刚其实有一个场外的资讯，可是我想要有点太场外，因为鬼什么鬼就是鬼是不可以敲那个水晶的，鬼敲不到那个水晶，所以烤鸡刚才说知道怎么敲的时候，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坏人，我想说鬼可以敲，鬼可以啊，鬼不能敲，猫团团，你刚刚有敲水晶，我刚刚也有敲，我想说真的假的，我上一场我完全不能按呢，我也不能按啊，我也不能按。我上一场无人机不能按，无人机无人机不能按，我那个是我那个是真的不知道状况哎。对啊，没有没有，那个水晶有办法点它吗？是干嘛的？没有，因为它水晶会有一个黄色的外框，你可以点。你如果没有黄色外框，有黄色外框啊，哦，那就是可以只要没点到了。有啊。对，我跟你讲，你确定是谁，然后把它投下去之后，你就不能再怀疑你自己了，不然你会更混乱，真的。你把熊猫团团投下去，你就要确信他就是，不要再怀疑。不是你们为什么三宝的要互相怀疑啊？是啊，不然你会很混乱吗？他是啊。哦，真的。你们都已经把繁星杀掉了，你怀疑你自己做的决定，你就很混乱。没有，他突然爆炸了，真的突然爆炸的。哈哈哈哈哈！对，宝宝，对不对？没有，宝宝好可怜啊！我们会有鸭子突然爆炸，对不对？太巧，好吧。宝宝一定懂你，宝宝一定懂你。我发现你们那个，你跟发发跟他们三宝来互相怀疑，超好笑的。你们这个就一直走一起，你们为什么要互相怀疑？没有，我其实没有怀疑啦。他只是在乱场面而已，他只是在乱场面。我刚想说不要讲话，就会有人来骗我了。啊，你确实没讲话，确实没事啊。偷偷嬉笑的声音，小空在那边复查吧，小叶吧，小叶吧，快跳我跳我。平常这么恨我，快点快点，好过分，乱讲话，骗子，最爱你了。你知道我们死人群组聊得多开心吗？小叶护才一定在那边想说躺赢，好爽，好爽，好爽。我都不说话了。那个右上角金蛋要点开哈，我们把那个呆呆换掉，换成鹈鹕了，好不好？那好喂，那跟大家讲一下哈，鹈鹕就是他过一段时间可以把一个人吃到他肚子里。然后呢，肚子里的人可以跟他对话，但是他对话的、肚子里跟他对话，就是只有那个被就是吃掉他的人听得到这样子啊？喂，哦好，对，肚子里面的人可以互相对话。对，然后鹈鹕的简单目标就是吃到只剩自己一个人活在这个地图上就赢了，这样没错。就你问有玩懂无人机是干嘛的了吗？没有，无人机刚我没拿到，所以我不太知道。对，我问那个无人机到底要怎么变身啊，你按那个可以变，它有个图案出现可以变身。然后我刚刚这边是有人说可以在马桶之间穿梭的样子。马桶 ？Oh my god！ 那对，可以马桶是变成什么？哦，啊，就变成一个虫虫，超明显的，你一看就知道是怪物。它变成虫虫，一看就怪物。哎呦，我看到那个机制有那个墙壁如果有破掉，它可以那个什么。哦，就是你可以进到马桶里面之后，从各种奇怪的管线跑出来的样子。OK， 刚刚还没钻到就对。电话能干嘛？我觉得电话没有电话就可以远端，可以讲电话啊。那个远端就是你可能一个在左上，一个在右下，然后就是跟电话另外一头。对，你可以跟电话另外一头拿起电话讲话。对对对，校车我们刚刚在电话里面吵架，校车会有那个会有车子，也是干嘛接电话？那你干嘛接电话？会有校车冲出来？假嘞？不知道。不知道，我没有看到那个，我有看到那个实验室，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那个实验室实际。对，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用，可能要进去再多摸几轮。不然我们等下可以进去看实验室。对啊，刚刚确实没有摸到。像绿色破掉那个。对啊。也有人可以进去。没错。团，要不要开那个啊？刺客。对啊，刺客，不然大家都直接报职业。对啊。对啊。好，好像也可以啊。对。还是无人机。我把派对换掉，派对真的好难用哦。派对很难用吗？派对不觉得很可爱吗？派对很派，可是派对把上一般鸭子给小智好了。对啊。对，是声音可爱的。对。没有，刚刚上一场有，但是我找不到好用的时机，你知道吗？我们不用派对款，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来啊。啊，也行啊，对呀，没有关系啊。好过分啊！现在欺负人是不是？啊，那个，我想看看派对可以
啊，那个讲一下哈，那个刺客就是你在会议期间，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猜他职业，猜对了就可以把他棒死，就这样。好 ，OK， 没错。哦，好。变变、哦，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自爆职业，然后我就可以把他棒掉，就对。对对，如果他猜对他职业，他就会直接被送死、哦。那不好意思，请问是只能使用一次，还是他是每次会议都可以？两次，哦、上面的企业两次。没想到猜错你自己会死掉哦，要小心。对 对, 对，要小心哦。小心啊，不然就在你心上。哦。嗯？哦？不是他做的实验室是这里吗？他说什么三分钟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三分钟一次，就是那个啊，刚机制里面有一个是秘密实验室，三分钟一次，可以为你消除一些讯息。哎、欸，啊，这个电脑干嘛的、哦？对啊，这电脑是干嘛的、啊？好像很多资讯。拨上去没有用啊，我没有这个电脑啊，我站上去，你看电脑看看。电脑，嗯，欸、靠，哎、欸，我那西凉了，好快、欸，我不死哎。哎、欸、呀，自己我刚才那个跟那个谁小空走一走，我走到那个学校最下面靠近公园啊，我看到一个 BO BO 的尸体耶、欸。我们那个 BO BO 是被变形的，就是有一只虫在我们面前变身了。对，然后我们要抓他，我想说追着他等他变回来。是我虫啊，那抓虫抱歉。我不知道，刚发发在追花追杀我，发发在追杀我。乱讲，如果你要。不是护，这只变形者不是我，不是护查，不是雷吉，还有谁？我跟刚刚追的不是我，还有我啊，不是我啊。哦，团团，我在雷吉后面。小康，哦，小花团团，我跟你讲，没有，我跟你讲，我好，我还没杀人，对不对？我在广播电台，我刚刚在晚餐，然后到广播电台，我都找不到人，然后你们就那个了。没有嘛，我们就最简单的啊，刚刚是谁跟谁在一起，就直接有伴都在一起，有谁、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只有两个人互保的，有机会是两个双狼哦。你要想这个东西，不然我们刚刚是三个人啊，是三个，三个，没有，三个，我知道你们是三个，对，我们这边三个人。可是我们现在在说我们在追，他们抓虫的抓虫大队很多人。是是是，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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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现在的状况很危，没有，有五分之三是很那个的。有到五吗？有啊，保一保是五分之三啊。没有，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刚刚是在。那个警长站，然后呢到晚餐，然后呢解完那个汉堡任务之后呢，跑到广播电台，然后你们就开桌了，好不好？好，那我、嗯、那我理解一下，刚抓虫大队有谁？抓虫大队有我、绿茶、浮雨、雷吉，四个哎、欸，所以抓虫大队有四个。嗯然后发发发发小空是不是？喂，我追小空发发在追我 啊我是网红，那发发在追我，这是网红。等一下，小空你直接讲出来哦。哦。哦，小康，他怪怪的，你不要枪他，他怪怪的呢，快点枪他，是不是一直呆呆？他说他呆呆，快枪他，那边是那边是，但更不能枪他吧？枪他，呆呆，一直呆呆，没有呆呆，你是变鹈鹕了吗？不是没有呆呆了，那真的不是，我是好人的那一方。等下等下等下，好人，等下阿飞有谁？还有考资深，我们抓虫四人帮。然后发发小，我被发发追杀，跟凡心三个一起。对，我们在打电脑。那就是阿旺跟小叶火查啦，阿旺跟火狼。我有个问题哦，我是抓虫队。你说，你说。哦，在抓虫。他变形怎么玩啊？啊，我不知道啊，我就这个那变形者好玩吗？我就不是啊。阿旺在哪里？阿旺在哪里？阿旺啊！阿旺在哪里？没有，我刚刚在下水道啊。就阿旺啊！不是阿旺啊！两个其中一个，快点，阿旺啊！我那么凶啊！他们两个，等下有呆呆，就是没有。完了，有点猜法，还是死。等下送团团下去，也很奇怪哎。等下摇铃送团团下去这样子吗？等下不是啊，我想到了，那小空都没有出事情哎。谁？哎，为什么小空被票？我们不是有那个吗？有刺客吗？对啊，小空都讲了，他都没事。没有，他只是零点而已啊。没有，他没有，他没有动手而已，或是他刚……对啊。Hello。都希望我死啊！小罗哈。这到底怎么玩？
他所以你刚刚才一直在讲，对不对？对，他肯定有问题。谁？有问题哦、喔，小空、喔。那个胡小空有问题哦、喔，他骗人哦、喔，他不是网红哦、喔。哦、oh. ，虽然我过气，但是我才是网红哦。哦、oh. ，好，懂了。那我们要先去。哎、欸、哎，张、欸、宇，你是想要我死？抓到你了，抓到你了，就是你这个问题，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你小心一点，你现在已经啊，他刚跑超快的，哈、啊、哈很奇怪，他很奇哎、欸，怎么死那么多？我看一下，看一下。哦，哇塞，超多哎、欸！怎么死那么多人啊？等一下，我刚看到繁星，一二三四，在零。哦，他们死在哪？犯人是发发、繁星跟护茶。为什么？护个头啦！因为我刚刚跟你是网红是不是？小雨最后还你是网红是不是？你是网红吗？网红下去啊！你又不是啊！让我说话，等一下，你又不是啊！你们是票他吗？什么意思？所以他到底是不是网红啊？没有人要是啦，我才是啦，我才是网红啊！不是我，那你讲，我不要，说我更票，我加拿大啦，来不及了，爸爸跟护长。啊！发发跟护茶，大家再见。我刚才领当旁边呢，跳票跳掉了。发发跟护茶，拜拜。为啥？我什么事都没干呢、欸？啊？为什么他突然跳了？啊？好恐怖哎、欸！好恐怖哎、欸！不是我不懂、啊。他在骗，他就骗说他是那个啊网红啊。你说谁？小空刚刚上一局他说他自己网红，然后刚刚问他说他又不是啊，骗大家。他可能想那个啦，想骗那个刺客啦，不知道、喔。就要嘛，对啊，要么是骗，对啊，就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啊。对啊，啊，我才是网红啊。哎、欸，要走这吗？啊？解任务，对不对？大家都是网红。要做自己的那个啊？解任务啊！哎、欸，怎么又有了啦？欸、好烦哦、喔！这感染满了会怎样啊？真的不知道哎、欸。会有两个地方有这个不是？为什么会有？哎、欸。我们随随便就把人家哦，你们弄好了。嗯，我们一直哇，不要再有感染。有人变身是不是啊？哎、欸，有机会耶！哎呦，吓死我！等一下，找个安全的地方再变回来。那边叠人死了。安全的地方再变回来。嗯，好了啦，发发就你了。发发，你直接在我跟雷吉面前刀了繁星，我看到了。发发，我跟你讲是发发，学校的门会关起来。发发经过繁星，然后就把他刀掉了。对对，把繁星吃掉。好，我跟你讲，雷吉在帮发发，那代表雷吉也是这两只，好不好？发发雷吉。这两只，我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跟你讲，雷吉讲一句好，那个的，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干嘛要拍桌？对吧？可是凡好像是家吗？啊，真的吗？没有啊，家刚刚不是有一个人讲说是、欸，然后对吧、啊？繁星啊，繁星好像是加拿大吧？没有，可是刚刚我跟着看到是发先把他刀掉。啊？真的？我只想说我被关在学校。认真，你们怎么在学校？你也在学校啊？没有啊，学校。我跟你讲，小雨，繁星他跟你讲那个，会不会是真的不知道？因为繁星刚刚跟我讲说他是网红啊，对吧？哈，没有。繁星都在乱讲啊！繁星都在乱讲。没有。我跟你讲，发发就是你了，发发，发发，发发，你这个，我是看到你这个，因为我刚刚跟阿发走一段呢。不是，我跟你讲，小雨。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上一局我早就可以刀你，为什么不刀你？对吧？啊，我那时候旁边有其他人呢、啊。没有没有，我们有一大段时间旁边只有我们两个呢，你忘记了？没有，那时候有繁星。没有啦，后面有一段是只有我们两个的、啊。Oh no！ 我跟你讲，真的是爸爸，真的是爸爸，真的吗？啊，不行，金东年，你直接在我面前把他刀了。没有，我跟你讲，爸爸，爸爸现在才，爸爸现在才敢踩我，他现在才敢踩我，他刚刚没有踩我，爸爸现在才敢踩我。啊！完蛋了！我刚刚被关在身上。我跟你讲，爸爸现在已经超爽。啊！爸爸现在超爽。哇！八，挤了！哇，这个挤了！再杀一个就好了、欸。其实打不赢呢、欸，因为其实那个鹈鹕只能投跳票，鹈鹕可以吃啊。鹈鹕的票不算啊，对啊，对啊，他除非除非吃到那个，对啊，就是不能用投票赢啊，因为一定会是两票两票、啊，然后一个 pass 这样。没错，可是他们只要刀一个就好了、欸。刚铃铛你拉过啦。对啊，所以他们不会有拉吗？我拉的拉，因为他们说小空怪怪的，啊啊、我就马上去找铃铛。雷吉冲啊冲啊，快点刀啊！他把花吃了啊！哎、欸、哎、欸，吃了没有？他没有没有没没吃没吃没吃，他吃掉了。附身小叶，附身小叶，快点按 R。艾伦是不是啊？还是我们要去、哦、小叶啊？要被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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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追着我？是谁？刚刚那样的讨论的是？你为什么要追着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可以跟我讨论，那你要站远一点。你要站远一点才能够过大。你不要靠近我！什么啦？你干嘛？你刚刚跟我讲什么？我说，哇！对，我也被吃掉了耶！好强哦！快点！现在我们现在赶快播版权歌。I am the queen car, you wanna be a queen car? I'm a queen car, I'm a queen car. I'm a queen car, I'm a queen car. Take a photo, yeah! 那、no, 我也是我们是吧？啊！大喜！好强哦！哎，有谁可以帮我们开学校的门吗？拜托，我现在在打电话，帮我开学校的门。我们被关起来了。出去，我想下课。我被关起来了。我不要待在晚上的学校，有没有任何人听到？救命啊！糟了，糟了，好惨啊！我们出不去哎、欸，我们出不去、欸。那个。那个门被锁死，我跟花团就一起在里面、欸、我就说发发小叶护茶了，我是无辜的。小叶，我说我只是想要钓刺客。是你那个很怪、欸哦。我 safe， 我一开场就被发发追杀了。然后他去拍桌，他还想装好人看。哎、欸，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不拍这个尸体。而且我刚刚在盖子上面把发发吃掉，雷吉完全没感觉，以为他下。对，雷吉没有吃掉，雷吉你雷吉你只要把你只要把鹈鹕刀了，他就发就会被放出来了。嗯，他就剖腹了，他就剖腹了。你知道，因为我们刚刚有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因为你知道当下在那个时候，就是刚刚有真二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发发会想要手刀这么快，我就说啊怎么办？我也知道刀了吗？那我就只好杀了。我一直跟雷吉站很远，因为我的人权还没好。可是我跟熊浩团，我们两个被关在学校，然后一直走不出来。我们出不去、欸，我、欸、那个门到底为什么？那个学校到底要怎么办呢、啊？对，那个到底要怎么处理啊？应该要修发电机吧，我猜。没有，那边没有地方可以互动。互动啊，我们的互动只有电话。没有，有发电话。那我们只能打电话，我们两个那边说对着电话打，有没有人可以救我们？我跟你讲，上一把就是这样。没有，我在想，会不会在学校？哎，会不会是用外面的人帮忙开门之类的？我不知道，应该是外面的开。我觉得应该是外面。我跟你讲，那个好像是那好像是破坏，是不是？那个对，他好像是破坏吧？外面杀手锁门的。对，我觉得。走学校的门，那个无人机其实蛮屌的、欸，它变身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我在死前我有说，我真实的身份是加拿大。先让阿旺讲完，想我知道。对，它变身没有时间，而且它在下水道的时候走超快的。它
在上面会比较慢的、啊，在底下他就走超快的。刚刚我们让他底下追不到，你们追不到啊？好酷哦！所以无人机其实蛮猛的、欸，对，他会变回来的机会。他不会不会不会，我没有按我就不会变回来。哦哦，所以你一变回来，大家就所以你只要找一个好地方，然后变成虫虫就好了。对，我刚刚就是在那个路上的角落，我都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按着，我说我、哦、变身了，变身了，然后就看到全是真的走过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快追他，追着他，快点，看他变回来。然后我想说，操，完了。然后我就一直跑，然后想说，干算了、啊，我就随便刀一个啊，算了、啊。然后想说，我就刀了，然后就进下水道，然后我才发现，哎，我好像不会变回来、欸，哎。虫虫那么强哦，很强哎、欸，好棒！那我也要想，我也想当虫虫。对，我就可以一直杀、啊。可是就是只要排坑的话，其实会被排出来。变太久的话，是没出。就像我们刚有互爆的话，就对啊，对啊。除非你就在底下一直狂杀，抓虫大队长。鹈鹕可以吃虫啊 ！Oh my god！鹈鹕把虫吃了，对，去吃虫草。对，鹈鹕吃的可多了，蛋白质。啊，对啊，我们刚刚在我肚子里面唱版权音乐啊，阿妈鬼卡。你知道，我还汲取上次的教训，我遇到繁星，我绝对不敢吃它，因为它上次在我肚子里面吹鼻子。我不敢吃它，我刚刚它本能性的闪开、欸，很危险。我刚就是不够吵，是不是？对啊，你就要在他肚子里面大吵大闹。没有、啊、那个烤鸡翅，大吵大闹。他又说你好，你好，哦牛，呀，准备准备，好，雷吉，准备，Go！ 哦哦、，sorry， 好雷吉 ，Go！Sorry。嗨，你好，电话哦，电话是这个哦。And I'm star, I'm star, star, star.嗯，我在学校那边发现小雨的尸体，在右边学校里面。我不知道，我走过来，我刚哦是发现自家的大鹅吗？加拿大鹅哦，路过我们家，我们家啊，这个哦，没有，我是走过去发现的啊。啊，我才是加拿大，然后我也是加拿大，这样就对了。哎，靠腰，这么刚好，我也是加拿大。这么多加拿大，加拿大哎、欸！我家太吵吗？我前面有遇过，不会，小空跟我是西班牙，我好像还有遇到一个人，哦，我是检讨，我怕我是日本，我是没有啦，用牌的啦。现在这一道是有可以，先讲不可以的，道不可以的，团团我，团团烤鸡，我不知道，不可以。这边变动向，对对对，大家的位置有谁是离学校最近的吗？我没有，我哎哎、不好意思，哎、可是我刚刚遇到烤鸡、欸。我有个请求，我有个请求，大家可以讲一下自己现在在哪吗？谁的声音？拱狼，这边我从电动宅男三人组烤鸡拱狼。哎、欸，我刚刚也在秘密实验室，我在下水道、欸。我在晚餐打那个唱片机，然后还有在右下那个公园门口那边。那发发嘞？我在电站，我刚刚有经过波波，还有有他有经过我，我有看到。然后烤鸡在哪里？烤鸡在哪？真的也有看到。我在想，我跟我们都在那边烤鸡打电动。好，好，那我要跟你讲，因为呢，刚刚秘密实验室在往左边那边站长那一块站长室的那个走廊那边，我有看到有一只虫。然后我刚刚听起来的话，感觉雷吉有点靠近那边哦，因为雷吉在晚餐那边。没有，我是从下面我也觉得雷吉怪怪的，雷吉好坏哦，雷吉。你是丑，你是上一场的恩怨啊？下一场什么恩怨？现在解决吧，算了。刚刚雷吉是不是有跟我说，是不是经过电动那边？
那我要当雷吉有经过电动那边吗？所以你们是有看到虫？我有经过电动，因为我有看到虫。不是不是加马鸡，对不起，因为刚加马鸡。加马鸡，哎，他知道你了吧？他不知道你耶，他说你加马鸡耶。这么饿啊？不要换口味。这边这边这边听你，这边听你。不是因为我真的有经过烤鸡那边，烤鸡有听到我叫你吧？有人跟我说安安，我不知道是谁。那是我，那是我。我想说，你跟他玩玩游戏吗？如果要杀我，这边说烤鸡是椒麻鸡，这边直接投了。我这边报名椒麻鸡，我中了椒麻鸡。好好笑。因为我确实看到虫在。确实跟我说安安了，应该是。我确实看到虫在左侧，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安安，我跟你说椒麻鸡。雷吉要新增一个搞笑的事件，椒麻鸡。不要。滴这个水鼻子的事件之后，真的不是你们偷错人了，我是跳过。OK， 椒麻鸡。好啊，干嘛都这样？我不知道。你们都下地狱吧？有没有？嗨，护茶。哎，要是跟你聊，是因为你什么什么都一样。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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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可是我刚刚确实有，好像有一个，啊、应该是哎，老兄，喂，老兄不要，兄弟不要，兄弟，兄弟，被人死了吗？还没，谁啊？他下去，是不是啦？繁星啦！好呀，这繁星啦！那个很抱歉，我们的烤鸡被虫虫吃掉了。然后在学校，然后我往下跑的时候，看到Bobo 跟阿王。然后呢，我跟Bobo 在那边超久哦。哎，可以。对，我知道，我知道。没有，可以排坑，可以排坑，可以排，可以排坑。就是我跟团团跟烤鸡，然后Bobo 跟阿王，然后好，然后我跟你讲，虫红茶跟发发在一起。我刚好看到两个。OK。我跟小空在一起，因为我们两个在那边说我们从加拿大的。你家 ，OK， 繁星拜拜，繁星，繁星拜拜，繁星再见，繁星再见，再见。你家，我问问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那我们可以知道，是加拿大虫，我知道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知道雷吉不是鬼出的，所以繁星是鬼，不是他是鬼，雷吉是好人。你们踢的不错，他是鬼。雷吉是好人，雷吉是好人。加拿大虫，不是那个虫，蜘蛛大大、虫都很白痴耶。那个虫虫可以看到雷吉很丑。OK， 那个，白痴，那虫走超慢的啦。因为他说你只有在感染区会走比较快。对啊，我刚刚本来想要直接在下水道感染。我们现在才知道雷吉是好的，去你的！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好的、啊。我真的快笑死了。不是，我还在那边跟大家说我是加拿大，我直接被鹈鹕吃掉，好扯。What the fuck was that for? Dang it！ 好扯我真的觉得太荒唐了，这一切。这游戏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一个抓虫大队的游戏。大家在那边抓虫虫，我觉得超级好笑的。很恐怖哎，那个虫虫冲过来超可怕的，我们还在聊天的时候冲过来。我还没有看到虫虫过哎，我早早就死了。哎呦！找那个下水道，快点。然后那个烤鸡，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叫错你的名字，是我讲太快了。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我也没听清楚你的声音。It's me, it's me。然后我想说，加马鸡，那个烤鸡为什么都没有跑？不是，因为我很不确定是你的声音还是那个。我好难。他还分不清楚。对，I feel sad and alone。哦，算了，我决定要躲在学校那个学校的厕所里面当麦朵。在那边躲在小厕所哭，阿王是要被吃了。阿王旁边的时候就一直呼喊。哦，那我要躲在第三间呢，我去看有没有第三间。对啊，你要去当花子，然后躲在第三间这样。啊，那我要穿得很漂亮哎。还没有人。你要剪西瓜皮耶？欧米茄。哦，那算了。欧米茄，你怎么死了？欧米茄，你被全世界枪了。
这一次是为什么要开我枪？欧米伽，欧米伽人呢、欸？我的天哪！我就看，那有谁死？我看一下。那个这一死者没有一个是正义的。这一次我都开枪，没有一个是正义的。爸爸为什么不自杀？这边现场演唱。来来，我自首一下，因为我刚刚看到，团团也死了。来来，我讲一下，我刚刚我跟竹鱼跟团团一起，然后我们就要移动的时候，我看到团团突然不见，我以为竹鱼是鹈鹕，我以为竹鱼把它吃了，所以我把那个这个什么竹鱼给刀了。我是正义使者。哦。对，然后可是团团就突然死掉了，花花从上面下来。对。那我觉得阿旺或是发发，阿旺或发发嘞。我在下水道啊。哦！他是刺客人吗？他是刺客，他想变成了，他想变成了啊！哦，所以你不是正义使者，你是什么鬼东西？可是清楚，你给我把他说。可是他失败了呢，他失败了。等一下哦，我以为你们讲好了，我以为你们是讲好骗人出来。原来不是这么高招吗？我真的是这一只者，不是啊！我在解释一下刚刚什么状况。刚刚我跟楚雨跟团团一起移动，然后我因为我为什么怕被吃，怕被吃。我都知道了，我知道。团团把竹子杀死，然后真二把团团吞掉，然后再拍竹子。不是，那是鹈鹕。我讲我刚刚状况，因为刚刚有点累格，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刚刚有几幕那个鸭子是不瞬移会动的。我刚刚有看到阿王经过我嘛。我帮你们看到，就是你刚从上面下，对不对？如果然后那他是怎么自爆的？我继续讲嘛，就是刚刚就是我把竹鱼刀了，因为团团在竹鱼面前消失，我以为他是鹈鹕，所以我才把竹鱼刀掉。还是阿汪，这是你变发发变成功，你知道发发是什么？我前面有遇过发发在敲那个水晶，没有，就剩我们四个啊，就剩我们四个啊，不是，因为我觉得护茶 safe 啊。我觉得不是你们两个，我觉得你安全。我们已经遇到很多次。我如果不 safe， 我不会去也，我不会去拍这一刀。你至少是我自己拍的。我觉得阿汪哎、欸，我觉得我要自首才拍的。不是、啊、我没有。不是这整场我不是跟你和真二，我们两个都有单独相处过。我也是，我是。可是发发是怎么爆的？要么就是他被人家枪，要不然就是他自爆。可是如果他是被枪，你们谁到底谁知道他的身份？对啊，谁知道他枪真，他枪真二，可是真二又不是正义使者，那我是正义使者啊，不然我怎么杀竹羽的？那如果他枪他枪、啊，他开枪你失败，还是我成功闪避了，掷骰子一百？没有，我们先不要讲，没有，他枪失败，他自己就死掉了。团团，我不知道怎么死的、啊。团团从上面下来的死了，花花从上面下来的。逃赛，逃赛，小空，什么？我大家自己偷心里面想什么？好，我信小空。哎、欸，赢了！哇，好强哦！什么状况？什么状况？什么？还可以敲钟吗？应该结束了吧？他解释了，好强啊！好屌，真的好强啊！没有，我明就在真二前面吃人，你为什么不直接讲出这一点就好？不是，我没看到是你，我以为他没看到，因为我也没看到。我觉得你发发发怎么？我这把手怎么失败的？等一下，发发是怎么失败的？来，发发，你说你为什么？我只是在猜啊啊！我猜我没有，我在猜哪只是鹈鹕啊啊！我在猜阿汪跟小空，猜我猜错啊？怎么？哦，你是猜鹈鹕啊？鹈鹕是我，因为我觉得鹈鹕死掉，我应该就比较好啊，因为我知道鹈鹕还在。我差一点就把你吃了，你前面水晶那边有个正义使者，我是看到你，他妈你把我吃了，阿汪，我会觉得很奇妙。没关系啊，阿汪一来直接把，因为他是大气啊。没有，我一开始直接吃小是加拿大人，我想要。靠背的，怎么会？哎、欸，那个鱼是加拿大鹅吗？你看，怎么会第一口就中奖？还好我成功 save 过了。没有，你知道要我就说那是一刀的鱼加拿大鹅的意思吗？我询问了，以为发发要变真二哎、欸，不是，对，因为发发你知道那个状况下，其实真二已经讲出自己是那个了，我又以为你会直接抢他哎、欸，我觉得我没差，反正他已经抢刀过一次，在我眼里他其实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没有刀了、啊，所以
对啊，所以对我来讲我是安全的、啊，所以如果我先把鹈鹕抓出来，我觉得我的赢面比较大、欸。可是会比较大啦，虽然我不觉得。可你把真二变掉，你一起投跳过，我就会继续。对啊，对，好，可是我觉得这样我是在帮助你啊，啊，對啊，我不想，我不想帮你，所以你就想我这样做，你们是不是混乱的嘛？是不是嘛？确实，我们刚刚闹完嘛，然后大家都问号了，我们假的，我问他为什么好笑出去，他不是我们的吗？因为你叫他椒麻鸡啊，因为你叫他椒麻鸡啊，你叫人家椒麻鸡出事啊。你全部给你，你让他们找到一个混乱的点搞你了。我们报名了，报名了。不好意思，要报名。不是不是故意要把他名字叫错。我去找他。没事没事。我们家没事啦，雷吉，没事啦。没事，下一场接包。雷吉好，谢谢你。你没有叫麻鸡的话，出去的就是我了。确实。他们就会排到我了。确实，你想要吃椒麻鸡吗？你想要吃椒麻鸡？还要吃椒麻鸡？真没那个胸啊！好气哦！暴走！暴走人呢？我们家久了久了，我形象都没了。来了来了来了！没事，下次再准备。雷吉准备好了啦！雷吉走了走了走了！雷吉，等一下让我听。好好好，厕所好危险。哎，看到小雨，误查怪怪的，奇怪，为什么我刚在上面，但是我听得到小雨的声音？救我！救我！自杀 ！Oh my god! Oh my god! 怎么了？怎么了？没有，小夜互查怪怪的。好的，没问题。干嘛？对，解任务可以拿货币耶，都没解，哎呀，浪费。雷吉是加拿大鹅。哦，好。我先暂时相信阿旺啊，我们刚在。阿波刚刚跟那个真二走一起啊？没有，我警长站出来之后，我下水道走出来。谁是警长？经过那个啊？什么警长？他是警长站出来。冷静点，是刺客啊？你是讲谁？没有，他应该说他是他的。没有啊，后面小雨跟那个谁，小雨跟我在，我在，我在电站中间。那个胡小空说他杀我，我很紧张。没有开玩笑，他后面跟着我了，他后面跟开玩笑，我加拿大了，我怎么杀你？我们黑衣帮内斗，黑衣帮，等一下，开玩笑，小空加拿大了哦，啊，不好说啊，我不知道，不好说，小空在骗我，他那时候就是我跟空空跟竹宇，我们三个没事，骗子就该出去了，我们不能收到骗子就要出去了。欸、是我是呆呆，我是呆呆，你在想清楚。我也是呆呆。然后还有我，还是繁星，你刀到下水道出来、啊？嗯，我没有啊。呆呆虫，因为我跟雷吉同时看到的，我们左后去拍的。哦。啊，你们是两个人。要讲秘密，繁星说怎么拍？对啊，我说怎么拍，要怎么按？我跟你讲，因为按一没有效果。雷吉跟发发有讲秘密，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知道这个秘密啊，他们说。我知道这个秘密，不敢讲话。很想在右边走那个秘密实验室，我也想下水道下出去。我也想哦。嗯，讲秘密什么？讲秘密什么？还是讲职业？他们是讲职业吗？嗯，不知道啊。姐妹悄悄话。
会有爆的就可能是加拿大或者是正义使者，对啊，就两个啊，版权有人包考金，哇哇，我跟他走一起啊，对啊，电动宅男，啊，跳过电动宅男，跳过，我在打飞，我在打飞，打个电动宅男，在打飞机。真的啦，游戏是电动宅男查理，真的假的啦？电动宅男打飞机哦，真的啦。哎，我最后只有听到那个小雨跟团团，你听到我在大喊是不是？啊，小雨跟团团，小雨跟团团，那不就是小雨了吗？那不就小雨？没有，小雨在右下，小雨在右下啦，就是右下。我总共两票，尸体在左上，冲票啊！尸体在左上，真二是左上是真二。小雨小心，团团嘞，是小雨了吧？团团没看到，我没有。哦。怎么办？有鬼有鬼！怎么办？好乱哦，好乱哦！现在到底是怎样？那个烤鸡的那个资讯太慢了，刚刚一直在这个角落附近。不是哎，不是。哎，请说。那个烤鸡造谣哎，你要被吞了吗？吞金兽？不是不是，烤鸡造谣哎，他怎么可能听到我在乱喊？我觉得是波波哎，不刚才那个哎、欸，都跟真二走一起啊，他偷听我们的秘密。啊、出来之后我就右转啦、啊，我就右转就下来了。啊，你有遇到？我没有看到烤鸡啊，他说听到我在乱叫哎、欸，啊，我没有遇到团呢、啊。我也没遇到团啊啊！现在团团、啊，不然怎么是你说团团死了、啊？他已经死了，团团死了，他干了啊。对啊，可是我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遇到团团、啊、会被吃掉，团团会不会是被吃掉？他被吃掉吗？团被吃掉，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因为进派桌啦，派桌就吃啊。有人看到小叶护场吗？刚刚。我在这啊，我在这。刚刚不是刚刚啦，刚刚啦。我刚刚有跟阿汪在讲电话。我刚刚跟，你跟阿汪在讲电话。我刚刚跟阿汪一直在讲话。你阿汪啊？哇，没有。感觉小黑胡茶是鹈鹕哎。你是不是偷吃了？我刚刚当过一次了。我刚刚过一次。会有连装哦。偷吗？我觉得。喂，里面有人吗？有人吗？哎，为什么都突然踩我上一把，突然被踩到，是怎样？不是，我觉得小黑胡茶鹈鹕哎，好，不然我们大家都走在一起，我就不能吃，我不要跟你走在一起，你这个鹈鹕啊，小黑胡茶，我要证明我，喂，哦，我知道啊，你是在射气球吗？它是跟那个数量有关，对不对？就跟上面的那个啊，气球的样子，不行啊，怪死者枪鹈鹕。快的啊！我会了，有我会了，我会了。白痴哦！小叶护茶，哎、欸，怎么了？不是刚刚这边小叶往从那往上走是谁？前进啊！你有看到吗？我没看到，我在玩是。我不知道，我在站帐上来看到三个人在聊小叶护茶。哎、欸，是不是竹雨啊？竹雨，你小叶护茶，小叶不是，靠腰，不要乱踩我好不好？小叶护茶吧，我在发发那边。可是对啊，他刚才在我旁边呢、欸。你刚刚一直跟着小雨，你刚刚踩，你刚刚一下说我是鹈鹕，现在又要说我是杀手，到底想怎样？我是说你觉得你是鹈鹕啊？啊、小雨不是我弄的、啊，因为没有人，因为没有看到团团的尸体啊。小空，你有看到吗？之后跟不然你可能吃掉团团，我没看到啊。但我上去，我只看到刀的那一瞬间，然后他直接跑掉，画面很留在现场看不到是谁啊。留在现场只有竹子跟 Bobo， 我是看到尸体的。竹子跟 Bobo， 那就是护场走掉是不是？对，我在发发那边。可是我是往左边跑的，我是往左边跑，就在前三秒而已，就前三秒。没有，我没有踩你是狼，我只是踩你是，我只是踩你是鹈鹕，我没有踩你是狼。我说你刚刚不是一直跟着小雨走吗？我哪一直跟他走啦？没有啊，你就在那边绕圈圈，你们四个在那边，我跑去跟小空结论。我四个绕圈圈，我刚刚在干嘛？其实我有点忘记。我没有踩你是狼，我踩你是鹈鹕啊。最后位置在哪里？哦，我在警长站那边弄那个弄任务。那你是从哪里去警察？太难了。我觉得小叶护茶是铁鹈鹕。烤鸡死了，等下烤鸡。对，我刚刚就在看。烤鸡死了。是哦。哎，那是啊，是这个。是我刚刚阿汪，阿汪是不是你？阿汪，没，我前面就是遇到在不是阿汪吧？拱狼那边遇到，可以讨论现在这个烤鸡死了，热腾腾的尸体吗？对啊，小雨啊，小雨，小雨，小雨。你的尸体是死在哪？那个电玩站上面，弹站帐上面。
电站，电站就是电玩站右边出来上面马路边边，对对对对对，就一走出来我就看到有人杀了他，直接跑掉，可是速度很快，我看不到，所以跑掉，你照理说不会看到他留在现场，对不对？那就是他直接对啊，因为在很边边，对，所以你有他在我画面的最边边，所以我看不到是他是阴影处，那所以是。留在现场的不会是我头跑掉的那个，我一走上去就只看到波波和小雨。他这个他职业就是不管是怎样，就是不是第三方就是压哦。我你就是头踩在护茶吗？不是，他是鹈鹕，他是鹈鹕啦。不是鹈鹕不会刀啊，鹈鹕也是要出去啊，鹈鹕不能刀啊，可是鹈鹕没有尸体啊。对啊，鹈鹕不会有尸体，什么叫不是鹈鹕？他是狼。我现在不想管鹈鹕事，我想知道谁杀了小雨。对，我不知道，听不出来。我要帮你姐妹报仇。我反正我只看得到波波和姐妹报仇，我只看到波波。我帮我姐妹报仇。不用不用，你再讲，我就要开始怀疑你了。波波下去了啦。为什么是小叶护场？跳过，因为我不知道是谁。那会是谁？我不知道。现在小叶死掉了，小叶在。这是小叶吗？这一趴到底跟小叶有什么关系？我很认真在接我。哎，怎么走？哎，这地图会迷路啊！发电机。嗨。哎，他电话可以干嘛？讲话啊。哦。一只鹈鹕哎。啊！没了。我看到波波杀人了，我看到波波杀人了，没了，他已经没了。彪彪，你下地狱了！我搞错，不是刚刚那一趴到底干护茶屁事？你们也太多人投他了吧？没有，我知道。我跟你讲，你的第一直觉对了。我刚刚是这样死的。好呀，我想要帮你好开早饭呢。我就被他管住。所以刚刚杀小雨的是波波，对不对？是波波嘛？就是他。可以找下一个吗？旁边那个发发可以。我开始话很多的时候就是有鬼了。旁边那个可以吃吗？旁边那个可以吃吗？哎，我和繁星一直被节奏一直被你们带走。没有啊，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啊，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没有，可是我有说要去看到竹子跟波波啊，但是没有人要理我们。对，但是我全部人都投降。有一个是说什么，上去之后看到那个，然后就跑掉啊。那我就想说是没有，确实就是阿波啊。可是留到现场还有波波啊。前面我一直说是波波啊，可是我没有很实质的证据能够采纳，因为那边又有雷击。到了原本要跑，但是好像有人来了，不能跑了，不能跑了。对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6060这个小婊子刀了我之后，还说要替我报仇。6060刀了，小雨，小雨。没有，小雨，你知道我前面都没有怀疑，就直到他开始讲说我要替我姐妹报仇，我想说这应该是就怪怪的，是不是？我就在找波波，我想要呛他，你知道吗？说下次再提一次姐妹，就送他下一瓶。没问题，没问题。OK， 没问题。哎，姐妹先不要拉我进地狱，好可怕！打我拿起枪，第一个就是见波波。Oh my god！ 我们是入地狱，谁入地狱？干！我反心拍了尸体，没有半个人要鸟我们。快吓死了！我跟你讲，这刚是谁刀的啦？白痴哦！我怎么刀这个白痴啊？我不知道刺客吗？下次我在拍尸体，你们谁不理谁谁？我们刚刚在带风向线跳他，有都有啊，没看有没有，根本没有用。就比如啊。啊，那个、哦、跟大家讲哦，现在换模式、哦。就我一直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谁谁杀小雨，他们一直在说谁是体力。现在换那个，现在换轮抽选奖了。对啊，谁在讲我就不讲了。好，那个轮抽选奖，简单讲就是进去，半期有人会抽号码，对，然后呢抽号码之后呢，你可以从三个职业中选一个。那你抽了你选到什么职业，记得不要跟大家讲哦，因为呢。大家知道你是几号的，大家会对号码不能讲你是几号，这样对不对？大家有说啊，我是杀手哎，对，我要选这个杀手哎。OK， 好，剩下我们就进去看喽。好，耶，我三号，
好，我们继续。一百号，通通，你知道为什么刚会那样吗？因为刚刚旁边两个都是坏人，所以他们要把话题引着。哦，两个都贱人哦，哦，没关系，对，两个都贱人，反正谁下次有无人机啊，这么快，无人机，别这么讲啊，无人机，挖虫啊，我也要挖虫了，大家都好勇猛啊，两个三个杀手，三个开杀。哎，太混乱了吧！这样 ，Oh my god！ 我这边跟你们讲一下哦，算是第三方势力，但是秃鹫和鸽子不是同一个阵营的，对吧？对，不是，他们是各没有三方都是独立的。秃鹫是干嘛？他们单排，他们都是吃尸体，吃尸体，吃尸体。然后鸽子让大家感冒，对，进去又可以看那个尸体电影了。嗯，你看到尸体在哪里？尸体要在他吃掉之前赶快找到拍下来。所以鸽子就是那个。变得已经感染僵尸病毒，还去洗好澡。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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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没有错。哎，当鸽子可以把喇叭开大一点啊！哎，这局很凶哎，这局怎么会打喷嚏？杀人的，等一下，不是打喷嚏，太多人正义使者，太多人可以杀人了，什么意思？打这个。哦，我知道怎么弄啊。我不是，嗨，是怎么验验三小啊？验就是那个啊，高那叫什么？那个法医叫什么？高什么？高进可以啊？不是啊啊！不是我们一堆高进好的职业他妈都可以杀人，我是验的是有差是不是？你是说那个吧？那叫什么？昌玉哦？啊，李昌玉、啊，李昌玉啊，高什么什么高什么？高昌玉有，哎、欸、不是，哎、欸、到他枪他枪他，波波来了，婊子来了，没有啦，过分了，不要，你这个小 bitch， 跑跑跑，这边不出去，你吗？嗯哼哼，加油死了，哪里有看到尸体哦、喔欸？哪里？哎、欸、来上，哎、欸、真的死了、欸，不是你，小刚杀了我，他妈是侦探，我就验出来的。我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好人杀人还是坏人杀人，但你杀人，我是好的白痴，我想报仇而已。我真的不是太坏、啊，他明就没有杀人，仇杀他，仇杀是不是上一轮的仇杀？跳过。Okay, 你是正义使者之类的，是不是？给过，没问题。你当这刀，我绝对可以帮你跳过。我已经变成刀了，我已经变成刀了。他刚刚都害我们好人输了，那就。不要再见了！我已经，我只有一次，我把唯一的一次机会用掉了，拜拜。有面板哪里啊？这局我肯定挺你。这才是真姐妹，好不好？啊！哎，凡奇，我跟你说，我上一场被静音了，小红是静语者。哦。天理不容，我听到，我听到了。小雨，来，竹子刚刚说小空禁言他，哦，嘿，好，没事，这个要怎么走？天理不容，肯定对，我知道，那个之后的事之后再说，没错，你走吧。哎，我要拿电话偷跟你讲话，好，喂。有没有人？没人呢、欸。哎呦，要修。那个全是真的，就他杀的，他在旁边杀掉的，在我面前，我看到的，非常肯定。我来讲，难得跑机发言，全是真的变脸，那我肯定的，是独立非常的。听我讲一下。就是我下去的时候，爱爆炸了。我上面下去的时候，经过那个是谁？朱玉吗？是谁？还是阿汪？啊，没有，不是我，我们就没有经过，你在骗。真的，我看到你，我亲眼看到。没有阿汪，没有经过你。我跟熊好像聊一聊超久，全是真的。我先跟你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考绩没有那么踩我，我还会觉得说我们一起发现尸体，结果他一看到我就踩我。没有，你懂非常肯定，我打游戏打到你，我在求救，所以你们可以教我怎么玩这游戏，然后你就杀了。这是他全场最积极的时候了，对，我觉得我该支持他。好的，对啊，
对啊，我要该支持他一下。真的不是我，他是一个半小时话最多的一次。来来来，那让你讲一下，你再辩驳一下，你还有很久，你还有很久。因为我是别的职业，我可以看到实体啊，呼救。哦，那为什么你要砍人？我没有砍人，他是想吃尸体而已啦。哎，那他是想吃尸体的吧？哦，你有可能是想去吃，是不是？他想吃尸体，然后还没到就被拍掉了，这样。哦，他还没吃到还不坏啦。你他舌头还没舔到。对，他还闻到而已，闻到而已。各位，你说，上一轮波波死掉的时候，我被静音了。对，我可以作证。对，那要看你碰到谁。对啊，要看你碰到谁。就是死掉的时候，我跟阿旺跟小空往下走，跟反正哎，上面死人，上面死人。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小空了，最亲的人。小空应该是治愈者，小空应该是治愈者。不是我正义死的白痴，我是没有好到治愈者。没有，好了，可以拍桌了。好了，这道很明显了，不是我了，我已经证明我自己了。好，所以我们先，我们先全是真二，等下再小空。哈哈哈，不是我。啊！你好开心啊！该 c a 要是我坏的话，我就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可以去拍桌了，各位。啊！我去拍桌。可恶！我还想杀你们两个。小林，快救我！哪里？哎，靠腰。哎，我好烂！发发一直在那边，我觉得发发也有点怪怪的，不叼明明就可以叼了，刚刚就说赶快叼了吼。不能讲扣话语，不能讲扣话语权。我刚刚要展现东西给你们看，然后你就一直要按。三月前面就一直说赶快按，是吗？等，发发变身，发发变身。等，发发跟团团黏在一起。刚刚谁跟团团黏在一起？他直接在我面前变身呢。发发不是跟团团吗？发发变身，发发你。他是发发变身哦，啊，所以变成这个拉这个要发发先出去哦。这是鬼吗？也行。我觉得我有生命危险呢。那我还好，没有。我刚刚想说，我要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展示品。没事。然后结果他就先按，那也没办法。没关系，那个虫真的跑很慢，没关系。在上面跑很慢，下面对，不要去下水道。我刚刚还想说，我要就是站在一个地方，然后假装我是雕像，然后等人过来，就是我人过来。你钓鱼执法是不是钓鱼执法？钓。想这里一只虫虫，我咬一下。好了啦，你钓到我了啦，先不要投票，先不要投。你快点票谁？票谁？我票发发了，票发发了。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一眼看到他变身。你要说什么？你要？我想说可以留着，因为我是警长，我要变他。啊，那你变小空啊？你变小空，你找小空，变小空。他说他来吧，来吧。反正还会继续，真的。想要继续者，真的，他是继续者。杀。那我因为游戏还会继续，游戏还会继续，真的，游戏还会继续来。那你先亮他，那你觉得是谁？还是你们互杀？你们互杀？你等下他互，等下杀你小叶互杀。我就不行啊，我就唯一一次哈。可以，你们就互杀这个技能，快点互杀。你觉得谁是啊？那如果没有，那如果说不是，那你杀掉，那不是我们就飘。如果不是我精英组织，那就是繁星精英啊。然后阿王是正义使者啊，我是正义使者啊。我一直跟小雨在一起。我是正义，对啊，你是精英。我们这个安全双排，安全双排。是正义使者，你杀小空，你杀小空，你去杀他。没关系，你就杀我，然后游戏还会继续。所以我是怀疑繁星。可以继续，下一轮，继续下一轮。可以继续下一轮，可以继续，好哎，下一场喽，好好玩耶，刚上一百有没有？
宝宝没事啦，宝宝。我是三号。宝宝没事没事。大家都好像不喜欢我，也不没有啦，最爱你了。只要你要哭了是不是？啊、被你发现了吗？尴尬，就是我藏起来的秘密耶。好啦，会发痒。好了，不哭啦，不要哭啦，忍久一点才可以哭比较久。游戏还会继续啊，宝宝。游戏，游戏还是会继续，游戏还在继续，游戏还在继续。搞错了，没有关系。你怎么可爱啊？就是我们小孩子。哦，游戏还是继续啊？没有啊，我是真实者啊，我也是真实者啊，对，真实者。游戏，游戏还第五个真实者。这里还有第四个章鱼哥。我天天爆炸王，爆爆王，爆爆王，爆爆王！可是这样图不是有机制可以清炸弹吗？他说什么？对啊，好像那个那个中间的那个吧。可是那个三分钟才一次，你要过去。是上面还是下面呢？怎么又这一次？这一次啊？在中间，中上绿绿的那个，绿绿的实验室，那个破掉的那个破掉，不是下水道就对了。对，两个人操作吗？在那个绿色管子那边。这四号是店长，这四号是谁啊？回家。哦，波波刚是复仇者哦。哎呦，刚阿波又想复仇者，你刚是复仇者啊？怎么有人这么帅？怎么有鹅？怎么有人选鹅啊？隐形的，隐形的，隐形是好还是坏啊？这把不好盘，隐形是坏人哦，隐形是坏人。他那个 I 可以去看一下。那我就要说啊，刚刚第一场有隐形啊，有肉汁，有肉汁。哇，好久没看到肉汁了。肉汁好干嘛？肉汁是肉汁可以赚钱，赚钱。有题目，有题目，有呆呆，还有两个三。Oh my god！ 呆呆有题。我好可爱哦。哎，法法。你调一下我卡主题。好了，没事了。喂 ，Hello，Hello，Hello， 喂喂喂喂喂。喂，这个要爆炸了，这个要炸了！不要！不是我，是朱宇，有人死了。先讲，应该是阿汪，应该是阿汪。没有，我是被传的，我是被传的。怎样？不是，可是被传的。哥刚，他真的吗？小空，我真的是被传的，只是，等下，听我解释，只是我是第一个被传，但我很抱歉，我一个慌张，我直接传给。没，刚刚在那个什么，电站。好了啦，加拿大鹅，你一定加拿大，你一定烧加拿大鹅啦。好像是加拿大哎，雷角好像是呢，因为我刚路过泰国这里。好了啦，对啊，好了啦，不用解释了。等一下，哎，好，我先投小爱护查，我要解释一下。好，那个我刚真的是被传到炸弹，但是因为我第一时间我慌了，然后所以我就想走过去丢给熊猫真真，我抱歉，然后就变成，然后呢我就丢给真二了，丢给主宇。你们说那一开始是谁啊？等一下。我们那个地方不是熊猫团，不是可以解炸弹吗？熊猫团，对啊，没有熊猫团，你不是说中午是吗？在那边造，你不是在造那个电脑啊？他还没使用，不是我跟你讲，我在上面造电脑，对啊。哦，里面还有谁？那边是我小空团在那边弄电脑，然后阿汪过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炸弹，代表说我们对啊，有很多炸弹，那就是小空啊。因为是我想要给我第一个丢给团团的，我没给你啊，没有嘛，我们在那边研究怎么解炸弹，然后你放过来的，因为你小空是那个炸弹拿到会过一下下才会加拿大鹅，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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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没意思，没事，我们这场没有刺客嘛，没不用怕，对，没事没事啊，这个反先送小叶护茶下去跟雷吉炒，不是先护茶，不是啦，小叶护茶，先投小叶护茶，哦。刚想说干嘛？大家不说炸弹，炸弹应该是小空吧？
你们再讨论一下那个炸弹好，我离他远一点，我很害怕。因为不是熊猫团，熊猫团是先站在最上面的。对啊，不是我啊，就不是我这边的角度，不是小空就是真的。不是我， okay, 我是后来被传到的。反正你就想想你刚经过谁，好不好？那就是我们是跟你们往反方向跑走，所以不是我。哎呦！你好，你好，坏坏，你们是不是坏坏？没有，保证好人。真的吗？真的真的。哦、这是脸，哎、欸，我吓死我了。好了，就是这边我们已经盘完了，我刚刚忘记盘完了，就是小空开炸弹了。好，我们等其他人发言。啊、喂，我跟你讲，觉得小空绝对是有职业，他很坏。好啦 ，Bobo 下去陪小空。怎么说？怎样？欸、不要不要不要求你不要，真的不要，没有啦，没有啦，没有。Bobo， 不要。好，这两个猎人呐、啊，这两个猎人呐、啊，猎人玩一点，猎人玩一点，是不是？猎人玩一点，真的不是我，然后一直在那边，这是胡小空，好扯，在谈恋爱，这真的不是我。不要跟他谈恋爱，捅我，让我死。不要。我不是，我不是。你跳吗？啊？你跳什么职业？职业？没有啊，我是复仇啊。你复仇？啊，你是复仇的？哎，不是哦，不是哦。啊，不是。你又不是了，你又不是了。你等一下就下去了。猎人走开！你等一下就下去了。有可能是竹子啊，竹子也有可能是复仇啊，对不对？没有竹子，好了啦，猎人不要讲话，随便啦。变人，谁都马在那边说那个不是这个不是的，是吗？是小空，小空，小空，你们都是这样子。我先问一下，没有，我跟你讲，你那个站在倒数计时，我在电脑前面跟真二在一起，怎么可能？我也在电脑旁边。你刚刚根本就跟旁边没有，我在电脑旁边，没关系，游戏还会继续。我走下来就接到炸弹了，阿波拜拜。你倒数的时候我就已经往右了。猎人不能砍，猎人不能砍。游戏还会继续，那个想让发解脱的去砍一下。游戏还会继续，可以。是不是讲出这句话就结束了、啊？游戏还会继续。游戏还会继续。好呀，但我一直都没知道，我就被爆炸了。啥？我都还没知道了，我就死掉了。好难玩的游戏。哎，这一段都炸到第三方跟坏人哎、欸，我的天哪、啊！我还怕发发一条命哎、欸，本来我要自发发了哎、欸。感谢雷吉，金喵鸡雷吉。不是来跟我解释说电能是什么哎、欸？对啊，差点要一尸两命呢。哎呦，不要不要捅我，不要！别，真是够了。那能一路过雷击，然后结果对，然后一直死。哦，哎，我第一次这么极力保护你，真的呢，真的。可是你马上就要跳出来，很好笑哎。你仿佛就是我们是猎人，我们是猎人。不要不要投他，不要投我，不要投我。我的天，真是够了，超级好。哎，所以刚刚谁投鹅啊？谁投鹅？我是我啊，因为我觉得好累，我要水一下。模仿者，开水，爆炸王，模仿者是什么东西啊？按压是你可以变成在压另外一个人，不是，没有，他是炸，其实在哎对，在狼方他会在坏人的以为是狼的，对，他以为是狼队友，鸭子以为他是鸭子，那什么玩家？啊哈！按那个夹台选这么久啦，都是随机。对啊，摸牌摸太久了吧？一定是雷吉，他去上厕所，我猜。哪有我在？我在。好在哦，在啦，他在。好险，我刚刚没听到你的声音。哦，谁当网红啊？欧米伽。网红。有鹈鹕。有鹈鹕。我也要玩鹈鹕。我也想玩鹈鹕。又是鹈鹕。我也想要吃
伯。好呀，有复仇仇，我肯定第一个就去吃阿伯一口。好多随机哦，就排不好吧。哎，这门好，不是你这样是不是违规门？ 要这样子了啊啊啊！还笑什么？爸爸，你怎么杀错了？你杀到谁了？你杀到熊猫蠢蠢吗？我杀你呀、啊！白痴了，对呀、啊，别逼他。太乱了，不要不要杀竹子，我们不要杀竹子。繁星他是竹子，如果死的话，我会先死，我会帮挡一刀。啊、真的假的？我所以，我这边我就是要保护竹子。我这边去那个、啊、国军、啊、这边我保繁星。海军陆战队出来好不好？不行，这边让发发下去。我是正义使者哎、欸，放屁啊！太像正义使者，我才是正义使者哎、欸。那你还保护他呀？那你还保护谁？你到底怎样？你还可以保护？那你好想怎样？算了，我真的想投你。到底想怎样？不是两条命吗？你投他吗？我按跳。哎，都是你的，你加属于一条命，那我那我那个先跳，我们就送你下去。好混乱，不是跳过跳过好跳过跳过好跳过好跳过没有跳过好啊好啊要啦要啦跳谁要放过你？好啊只要放过谁准你走？谁、啊、准你走？我必须说，我被吞了，然后我又火了。啊！啊！那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繁星是那个，我是正义使者。没错，我也是正义使者呢。场上好多正义使者啊！要走，雷吉！雷吉！怎么、欸？死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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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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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繁星杀人了！繁星杀人了！繁星杀人了！繁星，快点！快点杀！繁星杀人了！快点！繁星杀人了 ！OK， 好，好。你哎、欸，原来你是我的目标哎、欸。那个，我接受到烤鸡的电波。他非常的大声跟我说繁星是鬼，然后我想说 OK 我救他一下我就拍了、欸、是我自己讲的，但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可以下一场再票我吗？好，因为你是我的目标，我杀了你可以获得额外的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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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等一下给你杀，我等一下给你杀。没有啦，让我出去啊，让我出去啊。啊，爆爆死了，爆爆死了，他的保镖爆了。啊，对啊，你的保镖刚爆了。哎呀，你刚谁怎么爆？我跟他一起。好啦，干嘛保 我？你去保别人都比较好，太恐怖了。我不知道，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突然说不行，我要保朱宇这样。对啊，我以为你们是恋人呢、欸。阿王是吧？都以为你们是恋人呢、欸。阿王是鹈鹕。阿王是鹈鹕吧？刚不是说什么他被捅，就是、啊、阿王是鹈鹕。对，刚我刚剖腹产的心，我刚剖腹了，剖腹了，剖腹了。好了，刚剖腹，产婆产婆可以走了，产婆可以走了。好了，繁星拜拜，繁星拜拜。哎，这产婆刀了三个人啊，很累。OK， 发是正义使者啦，发是正义使者，烤鸡、啊，我才是正义使者啊！啊烤鸡为什么烤鸡可以那个可以念能力给你？嗯，为什么？他刚才在大喊啊，他边跑边大喊、啊，我在逃命呢。没有，边跑边我喊给他听，他喊给你听。我空在我旁边吧，我空在我旁边吧。我 safe 啊，我 safe， 真的。他一喊一喊一，看到繁星杀人，他们两个电波我接收到了。对对对，我们在喊救命。哎，还有一个中立方哎。还有一只鸽子、欸、有一个鸽子哎、欸，还有一个鸽子哎、欸，鸽子如果，看你去附身小雨，小雨是爆炸王，去附身，真的假的？走走走走，哈哈哈哈哈鸽子都死光了，可以继续啊！我说杀手死光，鸽子继续。哎呀，我们要爆了啦！对啊，杀手死光了吗？还是鸽子也被杀掉了？哎、欸，不要再群聚了，等下鸽子，等下不能我不知道啊。
很想看鸽子哎。所以是、哦、目标是这个哦，死一只鬼，应该是死一只鬼。那、啊、我们刚刚拍桌了吗？一只鬼跟一只鸽子，拍啦，我拍啦，我拍掉了。哦，那搞把任务做完就那个啦，我去找解任务了。躲在这里，这是哪里啊？什么东西？哈基米，哈基米，上哈基米也连不到他。看到其他人吗？竹子在右上。到他。右上。其他我不知道。到他。啊，你在干嘛？哎、欸，炸弹的声音！哎、欸，我听。叉赛，不要！叉赛，不要！哎呦哎呦哎呦！哎、炸了！小雨是炸弹王吗？小雨是炸弹王，要给小空炸弹啦，白痴啊、喔！小空是鸽子啊！小空是鸽子啦！啊哎、我刚才就在盘说，小空不是鸽子就是炸弹王，然后小雨应该也是，只、就是他们两不要，气死我了！哎呦，他是不是差一个？他去，刚差一个、欸、哎，有、欸、他打到，他打到了。打到，但是还没，他快了，他快，他去玩了。我要笑死了！小雨，小雨丢炸弹给小空，然后小空在阻止，阻止爆掉了。对啊，让我看到，超白痴了。哇，这还有谁没 Q 到啊？快刀！只要赢了没啦？不是啊，怎么还没 Q 到？去 Q 一下啦。他谁没 Q 啊？哎呦，炸弹了！赢了赢了，去玩了，鸽子鸽子鸽子，去完了，鸽子赢了，没事没事没事。太逗了，小雨，小雨没有把他炸死，小雨没有把他炸死，没事，我要猎人了。我刚刚一直躲呢，我用猎人这张牌帮我挡掉一条命。我有丢助攻啊，他把你都去给阻止。我这边有猎人可以帮我挡一条命哦，没事。白烂哦，我是保镖啊。刚刚小雨把炸弹传给我说 ：“Oh my god， 不行，我快赢了，不行不行，哪里有人可以给我撑炸弹？哎、欸，珠子丢了，好了，我来了，我来了啦，就是我，就是我啦，不是暗恋人啦。”我刚提醒哦，我扛你扛，我扛我扛我扛，我想说你是恋人，我想要biang你。我还先问空空说你有看到人吗？他说不知道，我只有看到珠子在右上角，给他一个炸弹。然后给他一个炸弹，我就跑了。我超慌张的，我说干什么都没人。我说我快赢了，我差一点点我就可以赢。去帮他挡刀了，去帮他挡刀了。真的，你很扛哎、欸，你很扛哎、欸。老好老扛爆了，老扛爆了。他把我弄出去那么多场，他该帮我扛了吧？传教士。传教士好像是坏人呢、欸，传教士坏人呢、啊？传教士他可以好像可以让那个传教士坏人吗？间谍对对对，他是坏人，没有没有，他是坏人、啊，间谍是什么？鸭子呢？我看一下、喔，他说选择非鸭子的玩家增加他的投票权重，就是可能让他一票变两票、哦，你只能叫说，假如说只投一个，只有一票的那种了、啊，对，他就变两票，对，他会变两票吧？他就是看到他的身份吧。啊、没有没有没有，他是间谍，然后他们在讲那个传教、啊，我在讲传教是间谍、啊，我在讲传教是传教，对对对，但他一票会变两票，他选择的那个人一票会变两票，这样有点像是坏人的市长的概念，对对对，坏坏人的市长，他去蛊惑一个人说，你想投谁，然后他投他一票，其实会变成两票，对，变两票，他多给他一票哦。然后间谍是，假如说只投一个人，你可以看他的角色，所以你要注意那个只投一。按了，我怎么还没结束？原来发发还活着。嗯，他躲很久啊。这里，欸、我刚刚原本想要选那个、欸，哎，你要不要心焦？我刚原本想要选那个冰仪的那个，可是我觉得我查不到实体上算了。啊、哦，你说有那个哦，呼救在啊、哦？不是啊，就是大家拍桌拍很快，我真的是。拍什么？哎、欸，你要打我、欸這個？这个游戏要怎么玩？这是什么？长怎样？
小精灵啊，就是你吃到东西之后要去吃掉那两个鬼。哦，太难了吧？不会啊。赢了，赢了。好了、哦。十。小夜护茶怪怪的，他刚有经过我们。你好糗啊！那钓鱼的 skin。屌哎、欸，这超贵哎、欸，这衣服超贵、欸。你组织不组织没任务啊？我任务都在右边呢、欸。还是地下道、啊？地下道会有任务吗？我都没人。楼下串来串去的。学校感觉就很多人。哎、欸，我在这里。杀、欸、他！杀他！赶快杀他！我没有啊，我是过气网红。你要画很多鱼好了。过气网红是什么？网红啊。好黑。哎、欸，怎么？被关灯了！被关灯了！怎么被关灯？哦，几乎是吃饱饱啊！怎么玩？哦，哎，阿金咪，阿金，哎。发现你刚有看到谁吗、嗯？没有，我刚刚一直都一个人。他才刚走下来而已啊。因为我跟烤鸡跟小空刚刚从左边发电视，我们三个一起过来看到的。哎、欸，阿、啊、雷吉嘞？雷吉刚不是跟那个吗？小空？雷吉好像往上了，他在跟那个……哦，没有，他在地下道，他跳地道取在左边的时候。哦，这个是谁？我要信。先拍吗？先拍吗？要先拍吗？感染就没了。先拍吧。有鸽子哦。不知道是谁，没有啊。尸体在右下角公园里面，然后是我跟烤鸡和团团我们三个一起发现的。还有我跟小雨在后面刚走过来。雷吉，你最后是在地道里面，对不对？没有啊，我最后出来了。没有，他最后是出来，他有出来。他在哪边、啊？你在电站跳地道哪边出来？他在我出来，因为我遇到波波跟、啊、他在电站旁边。他坐在电站旁边、嗯，他跟我，然后跟二在旁边。是谁杀的、啊？那这是谁？大花嘞！我刚刚从地下道出来，我那个跟那个什么真二还有波波在地下道混了一下，然后发发安全，发发安全。共这个尸体好迷哦、喔，就好迷的尸体。这个尸体就是我们超多人一起撞见，然后很久了吧？对，但是从各个方向来都。可能死一阵子，所以就一直是说，因为我们是从三个方向来的人看到那个尸体，没有吗？对啊，两个杀手，这把是间谍跟传教士啊，间谍跟传教士。那竹子应该是被吞了吧？可是没有，他有一个问、哦，对耶，哦对，對还有一个是有鹈鹕、欸，那竹子有鹈鹕，有鹈鹕，有鹈鹕，然后有鹈鹕，有鹈鹕，对，也有刺客吗？啊，那乱七八糟，那这个尸体不就没头绪？刺客是那个，等一下，间谍和有话想讲啊？没有啊，你说我吗？间谍哦。我以为你刚我想说烤鸡很安静，刚让他发个话啊。哦，确实、欸，烤鸡哦，没有，我那个啦，我就问有没有刺客啊，因为我很怕等一下、哦、没有，烤鸡应该是没有啦，应该是烤鸡，你刚刚有没有？反正被骗有没有？我刚刚查小雨跟团团还有繁星都是好人啊。哦，都没有杀，是不是？哦，你对，我是侦探。侦探可以查的，我查了三个，是问号，没有，就是好人跟坏人而已。侦探只是查你一局而已哦，而且你他有局，他是查他，对，他是查那伙有没有杀人，我记得他是查有没有杀过人，他有没有杀过人，而且有没有杀人不是吗？对，所以他只代表他自己没有杀人。对，我刚刚这一局查的时候是，你最后查谁就好了嘛？嗯，我最后查繁星是。哎耶 ，OK， 那繁星这个很。我刚刚在厕所唱哈基米、啊，但你不能打我。繁星应该
那繁星你有觉得谁可疑吗？你觉得是可疑吗？那有谁有可能吞竹子？谁有可能把竹子吞了？波波啊，竹子中吞了吗？我听到竹子一直在喊他的名字，变变。哦，有，我前面有听到，他是肉汁 J C J， 他是肉汁。对啊，他说他是肉汁，然后死掉。但他一定是被杀的，他不是被吃掉的。哦，为什么？谁食欲那么大？哦，先跳过，跳过，跳过，跳过。肉汁先跳过吧，跟杀手单独才会被杀。看那有没有被调查职业的哦，那个间谍。哦，啊，哦，你们等下看有没有人被都偷票一票，好不好？自己小心。好。哦，这个投票一票，有人想看我？哦，我也想被小色色。哦，我觉得应该，如果会看波波的，应该是我靠背哦。哎呦，怎么黑？嗨，现在一个很两难的状态，怎么办？哎，修车 ，potato， 哈 ，hello， potato。怎么了？你在修 potato 吗？你很两难。哎，但是我知道竹子怎么死的，但是我不能讲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你不能讲 ？Why？ 为什么？因为我被威胁了，我被死亡威胁了。你被威胁了？你赶快说出来，老师会老师会站在你这一边。你刚刚都被偷看了，那个间谍等下就要抓你了呢。今天他在调我身份呢，我刚被投一票啊。啊你！我说既然都被坏人偷看，你还不如跟大家。不不不，今天投三票，那我讲投三票都看不到你。我是正义使者，啊，可以 ，OK， 对，哦，那为什么你很两难啊？因为鹈鹕吃你吗？他说他要测试东西，然后说测试，我说我是这个职业啊，这样，然后就死了。哦，哇塞，啊 ，bing bing， 好，你敲掉。You are the bad bad girl. 什么没说？我从来没说哎。You're the bad bad boy. 好啦。我盯在这边而已哎。哦，真的吗？好。对啊。这是 Jesse J 盯着你。啊？这啥？哦？哦？哦？三角形？哦。Bill 想要弄。给我你的。全，你这个，哦，好了，你好，你好，你好，那怎么换我玩这个啦，白痴哦，没有啦，小精灵，巴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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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帮你挡刀，不归洗机台，烤鸡在这里啊！烤鸡在这里，小雨，小雨，小雨，烤鸡在这里。哦，还在，还在，还在哦。嗯。我爱活着。嗯？什么意思？声音声，我以为你被吃掉你的死前夜。哈哈哈！白痴哦。嗨。小雨嘞 ？I'm watching you。对啊，知道波波。哎，小雨怎么不见了？我刚怎么？任务快解完了，快了快了，帮我注意一点，如果等下看不到我的话，你就知道了，好不好？对对对，小雨最后宣言，他说小雨要是不见的话，都是波波害的。真的没错，就是一定是 Biu Biu 把我吃了。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情绪勒索吧。哦，情绪勒索就是。哇，我挖矿达人哎、欸、！OK， 好，矿达人 ，OK， 矿人，哎，怎么又见面了？哇，你是不是喜欢我？哪一个？这是干嘛的？我就在这边。救我！干嘛？跳！哈哈哈哈！好可爱哦！我在玩，哎，吃我烤鸡，烤飞啊！我在左下角的拱廊发现一个尸体，然后烤鸡跟在我后面，然后说：“你先不要吃，你先不要吃，要等我的 CD。”我说你，
什么意思？我要查你！我要查你！你确定？你不是阿汪哎？阿汪好菜哦！我要查你，结果你其实查你是第一轮说他看怎么二要被那个了啊？哦、对耶，是不是阿汪有问题？我忘记了，阿旺太紧张了啦。不是阿旺好像是 Canadian 我忘记了。阿旺是 Canadian 吗？阿旺是 Canadian 他不是啊，他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吧？他安全啊，他拍这个尸体也没怎样。而且他刚刚蛮不像坏人的举动啊。对啊，对啊，谁是所以二被刀了。所以在左下角还是他是被吃了，不是应该是被刀，拍到应该是被刀吧？被吃的话，还有个尸体，有尸体，有尸体。五级的包，我想说查阿汪，我说你再等我两秒啊，我说你再等我一下。他应该是想要看你，忘记了，我以为你要吃我。对，应该是想看是不是你杀人的意思。我慌了，没事，但有人可以保我，没事。可是我没有他，确实。真的怎么死的、啊？他死在哪里、啊？可以讲一下吗？这拱栏啊，左下角啊，电动左下角，他打边边、啊，他打电动打到那个了，是不是？哇，猝死了！我不确定，我有最后一次看到繁星跟小空的时候，我们在右下啊，对啊，最近三 P 玩太多了，玩到暴毙是不是？啊、那小空了，我在警长站右，不讲话。啊，我们在右下啊，我们在右边。对啊，就我跟小空跟繁星、啊，我觉得胡小空怪怪的、欸，我觉得胡小空不会啊。我觉得不用说怪怪的，我觉得他就算怪怪，应该也是第三方。我觉得大家都怪怪的，是笨笨哦，不是，因为一直在变，他笨笨，他就很丑啊，全是他很丑，全是真的哪是笨笨啊？哦，波波带风向，我要咨询了。他说是笨笨，笨笨有两种啊，有一种两个，没有，他说他看到有一个人的尸体，怪啦。有警长跟正义使者，我觉得警长跟正义使者应该都没有，那个彪彪很奇怪哦。对，我是警长，你要是警长，哪来的警长？他绝对不会死。哎、欸，那简单啊，你既然觉得我怪怪，你就可以来开我枪。如果你看到我好啊，我开啊。要开要开，那我们就来比手速，要开比手速啊！要比手速，我的天啊！这个人怪怪的，我看 CD 耶，好呀好呀，我要去旁边看。来，你们拍桌剑啊！你们拍桌剑啊！我去桌剑任务了。感谢阿长，要变变要变变要变，要去。我有超能力，我要多少？你的金钱！你刚刚给多少？2023吗？金钱攻击砸死。我要你的金钱！那这个 ，OK fine。啊，为什么我跳跳过来，我和波波还可以一人一票？就是有人要偷看啊！偷看你们啊！有人想偷看啊！我如果形同赤裸哎，我们下流！为什么？还有一个919，形同赤裸。我要换我打这个了。好白痴哦！biu biu biu， 哎，其实我觉得这张图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很好玩，小游戏可以玩，都新的啊，对啊，哎，笑死，原爆炸了，这什么挖沟特效啊？它是什么职业啊？哦，间谍这样，啊，你们两个白痴，欧米奇，欧米奇。哈哈哈哈哈！靠！要！哈哈哈哈哈！哎，对，会吗？我不知道，会吗？我不知道会死，我知道我没有试过，我不知道会死吗？我记得只有警长会死。哦，啊，那警长会死吗？对啊，为什么记得只有警长会死啊？我记得只有警长会死。哦，我刚刚其实在想是不是发法、欸，他这场超安静的、欸。哎呦！哎、欸，那个拍桌就不用接任务了，大家不用擅长，对对对。OK， 以上报告完毕。不是，他敢讲，他敢讲还是要继续解。然后，对，等一下，我有另外一件事情，拱廊那边还有一个尸体。哈？哈？拱廊？为什么？不可能吧？因为你们刚那边两个刀完之后，然后你们不是要去解干将？我想说，我再解一下任务，反正我哎、欸、对，繁星死掉了耶，
我走过去拱廊那边还有一个拱廊，就电玩站那边。对啊，不是那个台语哦。发好啦，拱廊，什么意思？拱廊，不是，我不知道，这样怎么办啊？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哎、欸，我也没头绪哎、欸。啊，你说看吧，而且不是还有选择，还有人选第三方吗？不知道啊，就是有鹈鹕啊。因为有鹈鹕啊，然后还有问，至少有一只鹈鹕。我跟你讲，至少有鹈鹕，然后有没有第二个中立？不知道，因为有的是剩下的问号啊。问号就是他会让你知道职业是什么啊？中立啊，就会有一个中立，可不知道是哪一个职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他有可能是其他。从脑袋里面，他只是不会说出来是什么。啊，太多了啦！阿顺才肚子好痒哦，太多了啦！太突然了，不是空空空空是死在哪里啊？感谢阿空空是那个，他跟默默丢失啊，互相他跟默默丢失啊。阿繁星，那繁星应该就是网红了吧？他有先跳出来，很好跳的，有吗？有啊，我刚没注意，我刚陈胖，我刚是九一九吧？在他们两个 bang 之前，都是九一九零，所以有跳吗？我们那一坨人都是有人是可疑的。啊，所以繁星前面就先死了。对，他是在他们两个开枪之前就跳网红了，就是我在走过去的路上，我就先看到跳网红，然后才去目的。要不要退给你啊？你的账户给我，我退钱给你。所以刚刚有。我很早就到，我最开始是跟直接生在旁边，然后我们就直接到那边的，所以你有看有谁是左下角走过去的？左边走啊，这太多了。因为我是从右边过来，我不知道这个真的没有，对，不重要。那你就算还有这个也太多了吧？因为大家都在保持安全，烟火旁边看，你要不要把账户撕我？哎，那注意。大家出事，我们都互隔一空，你真的公尺，你真的很爱我哎。位置。我是在电站，我也很爱你。我在没有啦，我去敲那个，我去敲那个。今年一出来在哪里呀？你知道今年没有收到闪闪的生日快乐吗？我们要这样怎么办呢？我们这样怎么办？跳过啊！至少跳过。他怎么是想跳过啊？他怪怪的。好，我投 skip。他在流感。投币投。啊，有人又要偷看？好，我去关心他一下。哇！哎，那应该那个什么教主还在？什么教主啊？叫我。哦，你是说那个吗？欧米伽，我快笑死了。真的？你是被团团杀的啊，繁星？对啊，跟我在游戏间聊一聊，聊一聊被刀。好然后突然上面你们两个就爆屁了，好坏哇！团团要杀人了，要杀人了！我哎，附身，附身，附身，是这样没错啦。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团团狂按空白键？没有，我刚刚在等小雨讲完，然后我再按，还等他们结束吗？我有听到你按空白键的声音啊！OK， 这一节是假的，小雨。OK， 那至少我推推入了很准吧？把你给吃了，你这个音。我不知道。你啦，团团，你刚刚空白键按的很大力哦。有，因为我就小雨讲完了，按下去。好扯。小雨讲到啪啪啪啪啪，你应该按了三下吧？没有了，按一下而已啦，因为我刚刚其实前面时间就到了。我想问是阿波跟那个是怎么互导的小空？没有，我警长啊，他警长啊，我又不是坏人，是他死啊。哦，所以他两个他必须刷，没有他是刷天罚死，是两个都会倒，两个都会死。哦，得到好人的话，他如果诬赖错人，他就会遭到天罚。所以正义死的是不会有罚那个啊，不会惩罚，不会有罚的。正义死的可以乱打，有一枪，对啊，对啊，正义。哦，他有一枪哦。啊，所以真的说什么你不能讲那个是看到谁肉汁？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在地下室，我跟竹宇说肉汁，我们都在一起，然后我跟竹宇还有波波、我真的是肉汁，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死了。然后发发就说讲秘密啊，给波波听，然后我就过去一起听，然后波波发就说啊，我传教士哎，我就对。然后这样算了，然后那个就，然后就主就说我是肉汁，我肉汁不会死，我不会死，然后发就把他砍死。哈哈哈哈哈！咬我把他砍死的。
可是我认识肉丝耶，他们都在旁边耶，他们都在旁边看耶，还是不够近，可能不够近吧。对啊，我真的会笑死，太过分了，我真的是肉丝，猪子死了。然后他们就纳入我的教派，我就说你讲出去，你就换你给死。然后我就说好，好，这边不会讲，这边跟二二不会讲。是啊，我们这次直接没办法开枪，我好可怜哦。这个教主他有信守承诺，真的。哎，我们有信守承诺，结架哎，警长，你把一个警长跟正义使者都嘴巴封死，这就是校园霸凌啊！有问题嘛？这两个就有问题。好啦，那我们现在看啊，我们换一个他之前出的全新模式。你说组队打架的那个吗？对，它叫嘎嘣脆鸡肉味。哦，这是什么？是烤鸡。简单讲，对，没错。打咯。主神是哪位？不知道。三太柱。生命危险。那简单讲，我们这十二个人里面会分成三队吧？对，哎，是四队哦。四队，四队，四队。他四队，他只能分四队，所以一队三个人这样子。OK。然后我们三个人里面，你看今天到右上角顶开来。我们里面三个人里面会有一只叫鸡啊，这个鸡呢就是我们要去把其他队友把它掉掉，然后把其他队友鸡都掉掉，这样子。对对对，所以鸡就是要被保护的那一个。这样，如果你直接是鸡的话，鸡的话才可以掉掉倒下的人。啊，对对对，拍谁拍谁讲错。对，就是有人倒下之后，其他职业不能那个终结他。他负责尾刀跟救人，对尾刀跟救人，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讲错了讲错了。没事没事，然后但每一队一定会有一个，然后保镖就是挡攻击这样，然后窃贼是可以变形成最近杀死你的人，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混乱，你知道吗？那真的是会很混乱哦。对，会玩几次就熟了。你最近对玩几次就熟了？对，然后迷彩要就是你按的，记得按的时候，应该身边的人都会隐形这样子。没有给队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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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会隐形，因为自己隐形啊，不对不对，对他对一定距离外，对他对其他成员会隐形这样子，对，他会一个虚线框框，那个距离会显示出来，啊，靠近才看得到，对对，自己这样子，有点像刺客啦，有点像，对，所以我们就一个主持一个刺客这样，如果你有闪得到的话，立刻，好的，对，那反正就是想办法你要把其他队的全部人杀掉，只留你们的队，没错。好，那就试一次啦。这个一样骰子页哦。对啊。哦。那这就是我们现在三个，就现在通话就我们三个听得到。哦哦哦，是哦。鸡一定会选，如果两个人都没有选，第三个一定是鸡。哦。对啊，你要鸡哦。啊。玩看看。所以我妈怎么样？我不知道。没有，反正就是他是一直杀这样子哦。哎，对，就是我们等一下遇到其他人都杀死，对，杀死之后要交给那个阿旺来那个终结，然后我们倒地的话要赶快走去找阿旺。我在救，我还可以继续动就对了，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有点大乱斗，但是很容易灭，这模式其实蛮快的。我好蓝哦。對啊、我好蓝哦、喔！空白。开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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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杀人！杀人！干他们！前面干他们！怎样？啊！好啊！好啊！哎，我死掉！扶我！扶我！帮扶！去死啦！哎，白西，白西，白西！快尾刀！快尾刀！快点！快点！快去！白西！啊！我倒了！我倒你的队友在哪里？你的队友在哪里？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队友？气走完蛋了。他们死了！天哪！看到了！哎，救他！救他！救他！救了！救了！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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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他拉的超快的，然后那个我刚刚有手动点的那个、我们现在队伍的成员应该有些有换了、啊是随机的是不是、对对对雷吉阿迪雷吉九喽雷吉我今天要梦哦考今年都是四十哎凡勋哎凡凡你们先选我不要鸡我刚玩过鸡了我可以鸡啊！我刚也玩鸡嘞、欸。你也是鸡哦、喔，那我鸡我鸡，你们玩你们玩。你鸡你鸡。其实迷彩不错啦，我刚刚用迷彩偷了蛮多头啊。真的假的？对，哎、欸，但是不能空白狂按哦、喔，是 CD 到会有三秒 CD 哦、喔，不能狂按哦、喔，记得哦、喔。哦，你是说刀人的？对，我刚刚都是这样子啊。他保镖要怎么触发？你要面对，好像是面对吧。等一下，我们等一下角落试一下。OK， 哎、欸，我隐形是我自己。他有一个框框，你等一下进去看会一个圆的范围。迷彩还不错啊，他引擎是这样，我不知道、没有，是没事没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范围？等一下，他怕借过一点，我点反击，我怎么点呢、啊？没有啊，你是挡，你是在前面挡伤害的。哦，我是在你附近就帮你挡，是不是？好像是。对，所以我这个圈圈是有人靠近，有人靠近你的圈圈内就看得到你，所以你可以去前面帮我们看一下。那你讲话他们听得到啊？对。哎、欸，太快了！大家是不是都很乖、欸？好好好好好，睡，等等等等等，给他们打，给他们打。这边吗？啊，哪边？对，我往这，我上。对，死路。我再往下，应该是死路。圈，我往下。啊，往下。我继续往下。我看一下你。好紧张！靠背！我帮你挡一刀了。哎、欸，白金砍他！追他！会玩了！会玩了！你们那个迷彩好强！我帮忙闪动刀哎、我好棒啊！吐槽帮你挡一刀了。那个如果他们第三队来的话，会很难处理。对啊，然后就是黄雀，我们黄我们是黄队，不是黄雀。我们黄队，保镖其实蛮猛的，保镖可以帮鸡挡一刀，保镖可以挡一刀，保镖很强啊。哦，可是很可怜，但护护塔被打的，我直接趴在地板上。那个身份也蛮屌的，那个身份盗贼。哎，有人不见了，很乱。谁离开了？九八团团，九八团跟谁？曼妮，好像跳掉了。有，我们过来了。跳掉了，这个，变这个，他跳掉了。你们看那个那个 Lady 挡掉了。哦，不是，失控了吗？没有，他按那个啦，他按那个方向。他卡按键。他跳掉了。有了，我们再过来了。我去个厕所，很快回来。这个之前跟干爹他们想玩，只玩了几场就没玩了。啊？等下他的密码哦。可是好好笑，蛮好玩的。来了。这很有趣耶。有啊，之前本来想跟你们说来玩这个，但这个不能玩太多次啦。
那时候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就想说等新地图出了，然后一起玩这样。嗯，对啊。我想要去化妆室。好。好，去都去都去。这个你想玩之前没有兔窝，他们就西敏他们一群人前阵子玩得很疯哦。挑啊，在就是十个人而已。哎、欸，对耶。哎，对耶。团团嘞？那、啊、他去厕所了吧？团团不在这房间内，在这里啊。他不是哎、欸，房间现在是那个是、欸、是。对啊。我进那个 UUWW 这间呢。哎、欸、啊，这是我的吗？对。这是熊猫团团房间啊。可是你是房长，哎、欸，你熊猫团团，你没有，你没有在房房间。团团，我没在吗？你不在啊？对啊，你再重开一个新的好了。好，重开好，重开。因为我刚后来我开一个上面那个，我看你们好像没进来。啊，有我们有加，可是没有你耶。哦，居然有载入两次。而且你人数，而且这个房间人数只有十个而已。哦 ，bug， 第一玩了这么久，第一次遇到创房间 bug 吗？是 bug 还是霸凌呢？哦不，bug 了，搞死我！我游戏感觉要重开、欸，要许他现在。我刚也是载入卡住了，我重开好了。直接重开一下游戏可能好一点。我刚重开就可以进来、嗯。OK， 我重开。大家先不用进房，他还要再换一个。OK， 大家慢慢来。OK。哇，好有趣哦。你要厕所？可以去厕所。抱歉了，北极。我去拿洛林牛奶。我已经在，抱歉了，北极汗了。好好哦。黑鸭厂，我前我上个礼拜感冒九天，哎、欸，还八天。那新模式还蛮嗨，第九天才才好的，真好玩耶，还蛮好玩的，对吧、啊？大图蛮意外的，居然这个游戏会出这种吃鸡游戏。对呀、啊，我们换房间了吗？还是对换房间要换房间？对对对对对，要换啊！哪里好的呢？因为他刚刚怪怪的，有点怪怪，没错，怪怪的。很小、哦，对，应该就是重感冒，就是很不舒服。哎呀，我关掉了。我拉肚子拉了四天。我们换沙漠图看看。哦，好啊。拉肚子拉了四天，然后第三天才发烧。那沙漠有死路哦。好，那就有趣咯。哦，对，沙漠是有死路的。对啊，那一定超好笑的。嗯。有了。好的，我不然关掉游戏了。没有没有没有，重开会好一点啊，重开会好一点。喂喂，重开吧。嗯，我刚才重开之后就比较正常。内麦要关哟，内麦要关哟。拜拜拜拜 ，DC 要关哦。要关。对 ，DC。哎，我反而没玩过这一关哎。那你没玩？繁星没玩过吗？我没有玩过。应该是有玩过，他只是改大厅吧，我猜。没有翻没有啊，我没玩过啊。没有大厅一模一样啊，对对对哦，翻新没玩过。对啊，我是第二次才跟你们玩的啊。好，今天没玩过，刚好。没玩过，没事，那个就是每次反正打架而已。马来西亚就是两个人的初体验，好不好？我不要，大家都有进来了，大家都进来了，打架打架。我要上厕所的，要上厕所上。哇，这个我们就要走喽！22220呢 ？Lady 不在厕所。不是我不管出门回来或是吃饭前，我一定会洗手。你来了，没洗手的都是我外甥跟我侄女。猥琐啪啪，他们从学校带病毒过来的，很烦。喂不喂？哎 ，OK 不喂？嗯，哎是我。嗯，没错。那我来当这个。OK， 那我来保镖了。你也可以迷彩啊。对，阿明。嗯，等于说我们两个迷彩啊。可以啊，可以啊。借到身份，来偷别人的。我们就是两个一起收。哇，八法的绿哎。哎，可是如果我觉得躲到最后吧，对吧？拐一个拐一个转角，这种转角这样。好啊，我帮你们看啊。哎、欸，来来来来来，哎、欸，我听到声音了，我听到声音了，有声音。左下角，左下角。啊！救命！救命！哦，扶他，你扶他。哦不，还在吸。哎、欸、哎、欸，救我！那是假的，那是假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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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个是假的。啊，完了，假的！啊不。
欧米伽，假的，好恶心哦！被骗了，欧米伽身份窃贼好强哦，身份窃贼好鬼哦，刚被骗了，我被骗了，想说准备来救我，Oh no！ 有，抱歉抱歉，没事的，没事。哎，我刚刚手起刀落哎，你很狠的耶 ！Oh my god， 超狠的，身份窃贼好强哦！哎，身份窃贼真的很闪很猛，你可以假装。你看黄队躲在这边，你看。在哪里呀？你看这小黄队波波开始真的没好，左下右下哪里呀？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左下右下，来讲一下。那右边中间的房子，右边中间，来，我先来看一下。哦，看到了。查一下他们。他们真的，好扯哦。他们有保镖哎。啊，他们多少一个人？啊，没有没有，他们那个隐形了吗？哦，隐形。对。迷彩啦，要靠近。哎，迷彩其实是很那个。他连我们鬼都看不到，对啊，要靠近这里，好猛哦！来了，有了有了，他们撞到了，开饼开饼开饼，他们可以靠那个迷彩侦测一下，哎会，外面会有沙尘暴哎，好嗨，我根本看不到，哎呦开打了，有人倒了，哪看得到啊，白痴哦，突然有人倒了，看不到啊，连死人都看不到是这样，哎。哎呦！好乱，好乱，好乱！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耶！不是，耶！你偷袭被救起来就倒了，你救起来就倒了，没有，一个手都没有看到，他直接一狗票也全部冲下来。对啊，我刚是绕另一边，然后绕过去啊。我刚才跟上你。哎，我们觉得我们刚应该顾那个点，不应该走。你们那个龟房间很扯哎、欸！哈哈，我们龟烂，我们龟烂，我们龟烂，没有龟烂，大乱斗啊！龟烂是不是啊？哈哈，龟烂屁股，谁准你龟房间？刚刚沙尘暴配迷彩压，直接一个好过分，而且没有，而且我也是隐形，就我是被撞的那个人。哈哈，对。哎，你很扯，你知道那个迷彩压连鬼都看不到，要靠很近才看到。我刚刚就为什么这个黄队剩两个人？哦，没有，有一个是迷彩，要靠超近才看到。哈哈哈哈哈。连当鬼的都看不到，超雷吉，刚刚是谁杀人的？对，哦，对，雷吉，因为我有 MVP。哎。哎，我们他是不是？嗯，哎，爸爸，你想玩什么？我都可以。好，我记好了。我觉得迷彩蛮好玩。你玩啊，你都玩啊。哎，可是是不是可以不一定要有鸡啊？我们就是一定要有鸡，没有一定要有鸡，一定对。你说可以两只迷彩是不是？对，可以。啊，没关系，还是我们就两只迷彩。啊，我已经随机来不及了，没关系，你玩啊，你玩。好，迷彩。谁标记我啦？谁在那边 take 我？哎呦，不同地图哎，哦，一样的。好，往前走，我去探一下。梅恩，德龙也是迷彩啊。我在一个，我也迷彩，我也迷彩。然后巴嘞，死亡转角是阴人，爸爸不见了。哦，哎，你们怎么，我们怎么走散了？你走太快了。哦，抱歉，哎呀，我慢一点。下的，他们在，都有。哇，哦，碎哦，好猛好猛，插一队，黄队耶。是，这儿，是。没看到，没有。AP， 嘘，这里，迷彩清啊，谁？不要讲，啊，完了啦！啊，我说好快哦，不是啦，我刚刚，哦哟，不是两个，刚刚赌圈一出来，然后我想说走，要去中间出现的，我两个队友直接一个崩，直接他妈走死路。
没有，我们走死路哎、欸，你没有走死路啊？没有，那边是食物，它中间那个才是进房。哦，不是啊，中间那个不能走，不是吗？中间那个才是进房的。可以走物啊，中间可以走物，可以走物，可以走物。Okay, 不是中间那个才是进房的吗？啊，右边那边，右边是搭船，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鸭，所以物可以走。对。哎、欸，不是，你们刚刚那队怎么两个迷彩啊？我的天。可以啊。两、啊、个迷彩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很鬼耶。银鬼，银鬼，银鬼。你就只看到有一个人在。对，就是看到一无辜的鸡在那边。超好笑！够、欸，有分队吗？哎、欸，刚刚有，我刚刚换了，我刚刚换了，我换了，好好好 ，OK OK， 啊 ，Go Go Go Go， 队友是谁？哎、欸，是我。嗨，我要继续玩迷彩。OK， 阿凡心想玩什么？我都可以啊。都可，我不要玩鸡好了，我玩了，我玩。还给你，可以两只迷彩啊，刚刚很鬼耶。可以啊，我们刚刚有两只迷彩，你们也两只迷彩哦。对。可是我后来都杀不到人，我点不到、啊。他是那个中间那一个那个圆吧？他是在那个圆的范围内，就是刀。对，那个圆的范围内。哦，我等下再看一下。到这时了，怎么走啊？哦，我不知道。下面吧。好啊，好啊。对，他躲，我们躲在这个，我准备躲在这个走道。哎呦，哪里？陈哥就这样不见了。这可以进啊。哦，对，这可以进诶。我们躲在这边。哦，可是没有，这边等下就是圈外哦。他应该会照那个吧？还是要看、啊？那他圈会缩在哪里啊？没有写。我不知道哎，我在这里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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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哪里？没有人啊！哎呦，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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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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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人！我看一下哦，哎，啊，我是被哦，我被尾掉了，可恶！哦，我以为大家都死了。完了，小贱人，靠假的！哇，我被骗了，是假的！哎、啊欸，哦，哎、欸，身份戒指好屌哦，我直接被骗了。完了，爸爸在哪里？啊，爸爸被骗了，爸被骗了，爸爸死了。爸在哪里？我刚跟你走丢了，我走丢了。身份戒指好屌，这边还在打，这边还在打，这边还在打哦。这我看不懂。尸体，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变身的，所以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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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尸体有料哎、欸，把拖回来给你闪哎、欸，把拖对啊，把他砍死拖回来杀，对啊。这大多数跌落是指烤鸡跌倒五次吗？不是吧？他杀人吧？砍倒砍倒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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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鸡好凶哦。好强、啊欸！我救活四个人，好猛啊！主语你拖一个最大主语冷却是冷却，他就把我拖过去啊！我拖小童走。哎、欸，我们再飞去另一个地图哦。好，跟随，记得跟随，飞喽。OK。不用同行。啊笑哎、欸！等一下飞机，等一下。真白痴哎、欸！这个 Apex。我们跑到庄园了，我们根本就在打 Apex， 摩尔庄园，边掉，哎呦，
你们要玩什么？好，狙击啦！我我发现我蛮会复活人的，还是我要拖人？我没有拖过人，我拖看看好了。我感觉没用，那就砍人拖尾啊，不然就是繁星砍人。来，走哪走哪，去哪去哪？不会找中间的。对啊。会瞬移。啊，见人就砍人。好啊，见人。上面。有上面箭贼，有上面箭贼，红队上面箭贼，红队。不要！对，我是假的，那边我假的我。哎呦，哎，不是啊，怎么？意思？我是那个砍啊！我是这样手很惨，哎，他们怎么这么会砍啊？好扯哦！感身份窃贼好强啊！你现在还在啊？这两个？哎，然后我们死了，我们死，这两个是假的。啊，那放放哦，这两个都是假的、啊。嗯，告别。啊，玩的是。嗨。哎、欸，你们都好会砍哦、喔！没用了，这只鸡了，没用了，没了。只剩我们，只剩红队吗？红队只剩一只鸡了，还是蓝队？哎、啊欸，还有绿队啊，绿队还有啊。只是绿队这个位置超糟的，他们等下死定了。绿队要被压烂了，我们的龟啦！他妈缩圈了，要缩圈了。好乖啊，都三个小贱人。啊，法法被抓到了，法法，法法死了，法、可惜，法法他们现在是没有归到尾圈，他们现在是三三对决了，有一个身份窃贼，蓝队三，雷吉身份窃贼，然后谁，宝宝身份窃贼，好玩的咯，有人是假的哦。哎呦！哎，为什么只看他们只有两个人呢？没有，你要靠近一点，你要靠近一点，也是迷彩，要靠近。哦，迷彩。这个要被圈压的，团团一直隐形。哎呦！哦，有打了，有打了，有打了，剩一个，剩团团。哦。啊！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大家好，我感觉那个尊逼反应要超快、欸，雷吉，感谢追随雷吉，你们都下地狱啦！啊，哎，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就会出现的传说连接。玩鸡哦，我要当责任重大的鸡。嗯，好，那我当那个当你玩你会的当保镖好了。你玩你会的。要把晚安。嗯，所以鸡能够砍人吗？还是鸡不行？鸡只能尾刀或救人，鸡只能尾刀，鸡只能尾刀是不是？对，尾鸡只能尾刀。对，我们可能要往中心一点靠。这有没有人？哎，有那边。哎，这个包包是假的，有倒了。
气了，有点太素了，他们好凶哦，他们太凶了，有点太速度了，来不及反应了，真的，他们拉打好快，好凶，有机会遇到隐藏人物，没错，完了，真的，再见了，真的，那这怎么办？哎呀。啊！好狠，好狠！我看来又要拼缩圈喽。是不是反那一组啊？就是他们那一组。你说反他那一组吗？同一组。红队跟绿队，他们又躲在不知道哪这边呐、啊。好，喝水，太狠了，喝水。有一个爸爸耶，爸爸你还活着？啊！死掉了！好，二打二，二打二。万一，精彩精彩！哦，完了完了完了！我救起来了，有吗？哦，救起来了！啊！出事了！生气了！生气了！碎了！碎了！好夸张啊！注意他的脸，好夸张。我拉了两个人，先杀这个小黑风，哎，先杀这个雷吉，拉过来，拉过来，好狠哦，好狠哦，他在偷他的脚过去，超狠，好狠，超狠，超好笑。好夸张，好好玩哦，准备一把雷吉，好像最后一把、欸，最后一把、欸，一把或两把，不要归就可以两把啦啊，好不好？对啊，不要归。啊，我又是玩家闪了。哎、欸、哎、欸，我们同一轮吗？我不信，怎么可能随机成这样？应该没有换到吧？那怎么随机成这样？身份窃贼，可以吧？可以吧？啊，有繁星。嗯。嗯，是我没开麦吗？有啊，只是消音。我被消音了吗？等一下哦，因为是现在讲话会被听到、啊。边没录哎、欸，怎么都有一座虎的、啊？哦，全是他。那个，下。蹲下，蹲下。我去看。哎，走死走死，多打。啊，是。你先救他。有什么这前面是假的，这个前面是假的。有人是 nice。都给他走。有砍到了。不行，这个挖到去哪？对，这刚刚往下走，然后你往旁边走，我没办法护你们两个，因为至少我可以挡偷挡一刀这样子。哦，真的好厉害！那是真的吗？欸、是哎、欸。啊！被卡住了，我被那个树卡住了哦。那个树鸟透了，那个树。他们在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我被拖走了、欸，被吃够了，被我们被晃了，我们被晃去了。竹子带那队友都很厉害，太强了！哎，你看我复活超多次的，好扯，又我扛起了整个队伍。哎，
拉斯体真的好强啊，好过分，我自己好强啊，你被拖着走了，还没拉到半个，拉斯体直接被拉着走，三把，不得不说，竹子拉斯体拉得很猛哎，都救不强哎，你很会拉，救不到，直接拉走，飞机，超狂的，笑死。好了，我们来看能不能连四，好不好？连四，连四啦，看朱宇能不能连四啊？很难呢、欸，朱宇、欸、那队都很猛哎、欸，很扯哎、欸。我哎，繁星，我要继续保镖，我这只能玩保镖，我觉得我比较擅长就是这个了。我觉得我好擅长复活队友，真的。哪一个啊？埋葬还是机翼？你说复活是哪一个？复活是鸡啊，鸡啊，鸡才可以复活队友啊。对啊，好拖过来給，你要看看可不可以拖给你，是不是？好。这是这种 Apex， 他说较慢的速度拖尸体，他、啊、怎么可以拖得快？对啊，对啊，他会比较慢一點，但他就爬，他就没办法往前爬、啊。对啊，他就爬不走了、啊。他没有往他队友那边爬就已经很强了。嗯。哦，小哥，小哥先砍那个尸体，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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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拖走，还没拖走了，不要！他被拖走了，他已经被拖走了。完了，我们打赢冠军队了。对啊，来喽，来喽！哎、欸，我们打赢冠军队，走开啦、欸！走开，我们打赢冠军队、欸！走开！哎、欸，飞斯卡！有！我们打赢冠军队，等一下！好不？来来来！你拉了四个、欸，我真的很会活队友，拉被发现拉尸体很强了。哎、欸，我们打赢冠军队，我们好猛啊！对啊，我们打赢冠军了。被发现拉尸体很强了。对，捡到可以吧？吵什么吵？刚繁星还想救阿汪，然后我就说阿汪没救了。阿汪没救，阿汪，我眼睁睁看着阿汪被拖走。我真的被拖到超远，我被拖到隔壁房出去。好狠！对啊，我超强哎、欸，我一直救队友。真的、欸，拉斯体真的好强哦、喔，拉斯体真的超猛，超北痴。哦，可以啦，那反应忍不过来，好猛、喔。对啊，而且到底，哎、欸，我你知道、欸、你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场会选到拉斯体吗？我实在看不太选错了，他没选到。你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场会那个吗？因为我想说我要选什么，然后来不及选了、啊，就随机。都来不及。笑。然后不知道是谁就说 你最好是不要随机到拉斯提。我操，跟我这是拉斯提的。你找。就是那时候我跟你跟小优组了一对。你找到main角了啦，没事。main角。被拉走真的救不回来哎、欸。对啊。救不回来。好笑。就没救。小优查连赢四把哦，强。有料有料。超扯，冠军小队。3好玩吧？没事，我打冠军队。我跟你讲，好玩，在最后了，在最后一把，最后一把。Last one。好，最后。最后了，最后了。加一。上诉。好荒唐啊！三百集真的很好笑。好几百。啊，这样。三百集。玩啥？还是你要来？你要拉尸体吗？小吧，我不会拉，我只会当保镖。拉你要拉是不是？那你啊，都可以。好、啊，那我当机，给你拉。那我拉尸体，我拉尸体。但我会很慌啊。没事。就空白 shift， 空白 shift 狂点。死还好，我就来。砍死，我们可以慢慢来。哎、欸，隔壁有人。哎、欸，我听到什么团的声音了？没有人，有团的。哎、欸，来，你们是冠军队吗？你们是冠？哎，不要绿队，绿队在上面。解散，听到，解散，加！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天哪！死太快了！我操！太近了吧？不是，我在 CD， 我不能救。我们夹在中间嘞。我们真的是最衰、欸，我们被包夹哎、欸，我们衰的要死，我们被三方包围哎、欸。对啊，太可怜了吧！我们被偷走了哎，啊有人，我瞬间就死掉了，瞬间就死掉了，但补的太快了，来不及救。没关系，我瞬间就死掉了。哎、欸，那个多来之后好好没了没了。躲圈了、哦，这些人，我们家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哎、欸，这个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啊？对，假的，有假的，有假的。两个死，两个死。我们身在三队中间，怎么玩？这场身的位置也太集中了吧？对啊，我在三队的最中心，真是在哭哎！哦，我刚刚被拖走了，哎、欸，我按错，是我拖风被带走，超危险的。哎、欸，我发现鸡被打倒啊，它可以自己爬起来，但需要一点时间。它可以大概十秒左右，不是说我倒地我完蛋了，就我自己爬起来。被拖走的队友。带老人头，带拖走，把救起来。带老人头，带老人头，好好玩哦，好好玩哦，好玩，我是好好玩哦，好玩，喜欢。太好玩，还要再一次是不是？你打小叶护茶那一队的，小叶护茶，小叶护茶那一队的，小叶护茶，那赢很多场，不行哎，小叶护茶，怪怪的哎，怪怪的，要输一下吧。看你然后就跟小叶护茶一队这样，没有没有，还好还好，没事没事没事，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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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开心来，大家开心来啊，想怎样就怎样，开心来开心来，想怎样，对对对对对，小雨想玩什么？啊，都可以都可以，随便你，就随便选。啊，我天才，那我真的只会跑标，我让没有让他们知道被雀的感觉。他去弄他们了，然后冰，他们活着。不是刚真的太衰了吧？上下左右都出不去。走了走了，小叶护茶，小叶护茶在哪里？对，小叶护茶，绿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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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绿队，绿队，见绿就开干呐！好，先找绿的，先找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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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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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队在哪里？绿队在哪里？绿队在哪里？小叶护茶出来！等一下，看一下，没有，不是这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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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队，绿队。小叶护茶出来面对，小叶护茶还我牛，出来面对，小叶绿队，小叶护茶，绿队，找绿队，找绿队，绿队，找绿队，绿队，我们出来找绿队。哎，我们分散。没有没有，我在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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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绿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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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我看到一个，我看到一个。绿队，绿队，绿队。绿队，绿队，砍他！绿队，小叶护茶，绿队，绿队，小叶护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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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耶！我好了，好了，好了！击杀冠军小队，好了，我们好棒，我们好棒！小叶护茶已经陨落了，每次小叶护茶已经陨落，他已经不会再连赢了。他陨落了，他陨落了。我没人啊，这次可以出去一个啊。艾摩狼。户外啊。对。对啊对啊对啊，下面不是可以走出去户外吗？对对对对对对，这边这边。人呢？总没有人。人呢？人呢？好，是不是彪彪又在追？哦哦哦！等一下，我救你！好，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路边突然出现一个，吓我一跳。突然车祸。我们干死两队，好爽啊！我们鸡死掉了，我的鸡死掉了，为什么我死掉？超好笑的，我还在那边爬，就死了。
我被拖走啊！鸡死掉了，被我拖走啊！我被你们家人拖走啊！这游戏真的好难哦！一开始就在找绿队，绿队，绿队，小夜雾查出来，小夜雾查出来，他们超恐怖哎！绿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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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冲出来，吓死我了！没有说被发现，他们就傻爆，好可怕！好好笑。哦，站长喜欢。好了，要以后要做一个什么鹅鸭鹅鸭大逃杀，鹅鸭大逃杀，鹅鸭鹅配配那个可以配潜水艇那一款，两个可以一起玩。哎，潜水艇那个已经不会再更新了，它不会再更新了。对，就玩一下 OK 了，就小玩还不错，好不好？哎，没有，他玩他开不起来了，他已经结束了。开不起来了，对，可惜哦，那就没戏啦。对啊，对啊，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哎。不是，我会完全忘记按下 shift， 所以刚刚有当机的时候 shift 一直按不到啊、哦。对啊，最可惜的游戏耶。好啦，等一下直接原地解散，待会我要直接跟叫阿旺、小雨、波波去测试东西。所以没有要开了，感谢大家今天收看。看看咯。为什么变这个声音？找不到他，人数掉好多，没有吧？今天感觉王类就是热度就是一直掉啊。今天没有之前那么多人。我声音太可爱了吧？有病啊！哦，他之前有说想要弄这个啦。好啦，大家晚安，感谢阿长还在吗？感谢阿长的。这算什么生日礼金吗？谢谢。欸，如果真的的话，你再传你的账号给我啊。啊，好啦，雪莉晚安，丽恩晚安，阿昌晚安，番茄晚安，信晚安，明明晚安，云喵晚安，蔡丁丁晚安，青蛙晚安。好啦，直接原地关咯。其实有喝咖啡啦，其实现在头其实蛮晕的。晚安，大家晚安，晚安。